好，报告委员会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2005年11月30日星期三，9:06至12:15，15:24至18:16，2005年12月1日星期四，9:15至12:20。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曼丽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4人，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相关人员，主席陈召集委员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及基金案。决议一：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公务预算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43项，劳动部139万元照列第144项，劳工保险局原列1亿2552万4千元，增列第一目罚金罚还及代金，第一节罚金罚还20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亿4552万4千元。第145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34万元照列第146项，职业安全卫生署9000万元照列第147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40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33项，劳动部2415万2千元照列第144项，劳工保险局无列数第115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1亿5194万7千元照列第116项，职业安全卫生署3亿3430万7千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62项，劳动部16000元照列第163项，劳工保险局374000元照列第164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699万6千元照列第165项，职业安全卫生署无列数第166项，劳动基金运用局2000元照列第167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80万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59项，劳动部8万元照列第160项，劳工保险局40万7千元照列第161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94万元照列第162项，职业安全卫生署无列数第163项，劳动基金运用局8000元照列第164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所6万元照列。二、税出部分第15款，劳动部主管1235亿5422万4千元。第一项，劳动部原列1174亿0185万7千元，减列第一目20万元，含演艺劳工保险、财务及就业保险业务、演艺承保及现金给付业务及演艺职业灾害保险业务项下业务费10万元，演艺职业灾害保险业务10万元。第二目一般行政190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之档案清查及数位化扫描作业50万元及教育训练费30万元，劳动资讯业务110万元，含业务费中维护本部员工互动入口网等50万元。第三目综合规划业务290万元，含策划政策推展30万元，强化国际事务60万元，含大陆地区旅费10万元。第四目劳动关系业务130万元，含强化劳资伙伴关系20万元，因应贸易自由化稳定劳资关系50万元。第五目劳动福祉退休业务20万元。第六目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业务60万元，含落实劳动基准法、保障劳工法定权益40万元，健全合理工时制度10万元。第七目劳动法务业务10万元，含劳动法务5万元、劳动法制5万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共减列72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173亿9465万7千元。本项通过决议50项，请委员酌参。本项经表决不通过提案3案，提案内容请委员参阅书面资料。本案由钟孔照委员等7人提案，主张预算全数照列，采记名表决。委员陈曼丽、洪慈庸、黄秀芳、钟孔照、吴坤玉、杨耀、林静怡及吴玉琴等8人赞成，委员蒋万安及王玉敏等2人反对。
赞成者多数，相关预算全数照列。第十、十一、十二案不通过。第二项，劳工保险局原列31亿1203万7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0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1亿1193万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项，请委员酌参。第三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原列18亿2491万3000元，减列因应贸易自由化就业发展及协助业务2400万元。第二目，劳动力发展业务134万9000元。含第一节综合规划100000元，第三节就业服务1249000元，含推动并督导就业服务业务249000元，第四目技能检定中心管理800000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共减列2614万9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7亿9876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9项，请委员酌参。第四项，职业安全卫生署原列7亿3452万5000元，减列第三目职业安全卫生业务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50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7亿3402万5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6项，请委员酌参。第五项，劳动基金运用局1亿9018万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9项，请委员酌参。第六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原列2亿9071万2000元，减列第二目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400万元，含劳动市场趋势与就业安定研究250万元，含建构智慧健康生活巨量资料及 ICT 之加值应用100万元，办理工作生活平衡与友善职场研究劳资关系与劳动条件研究100万元，办理劳动与职业安全卫生展示研发成果推广与国际交流50万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亿8671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0项，请委员酌参。二、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非营业基金预算审查结果：一、作业基金劳工保险局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应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原列4185亿4063万7000元，配合业务总支出，减列保险成本中保险给付之职灾保护以加保劳工611万元。本项随同减列保险收入中收回责任准备之职灾保护以加保劳工611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185亿3452万7000元。二、业务总支出原列4185亿4063万7000元，减列业务成本与费用项下投融资业务成本中融资业务成本之劳工保险普通200万元，保险成本中保险给付之职灾保护以加保劳工项下职业灾害预防与补助611万元，含职业卫生与健康管理138万元，国家职业灾害预防计划200万元，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及宣导273万元。本项应随同增列保险成本之提存责任准备中劳工保险普通200万元，其余均照列，增减户底后改列为4185亿3452万700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无列数；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7项，请委员酌参。二、特别收入基金就业安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依基金来源200亿2658万5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请委员酌参。二、基金用途原列
167亿5702万6千元，减列促进国民就业计划2亿1300万1千元，含服务费用中一般服务费5000万元，综合规划业务50万元，职业训练业务6660万元，含推动职业训练相关辅助措施中技术职类训练课程规划之调查分析及推广60万元，运用多元培训模式办理失业者及特定对象职业训练100万元，办理青年职能开发业务5000万元，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训练业务158万1千元，含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办理促进特定对象及就业弱势者就业促进相关计划100万元，就业服务业务2700万元，含办理相关雇用及就业奖助业务500万元，就业服务据点运作计划200万元，青年就业领航计划2000万元，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与竞赛业务400万元，含办理全国技能检定系统城市设计及维护计划200万元，提升技能水准推动证照制度200万元，多元就业与创业协助师资培训与数位学习业务950万元，含办理多元就业方开发方案100万元，培力就业计划150万元，推动微型创业凤凰贷款及利息补贴200万元，强化劳动力发展创新效能400万元，推动劳动力发展数位学习100万元，职业安全卫生业务250万元，含推动劳工健康服务人才多元就业及营造健康工作环境促进就业计划就保50万元，职业灾害劳工稳定就业补助计划就保100万元，资讯业务102万元，统计业务30万元，外籍劳工管理计划650万元，含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及交流活动费100万元，外国人聘雇管理业务450万元，含办理外籍劳工跨部会协调事项等相关业务100万元，办理外籍劳工聘雇管理及权益保障等相关事项250万元，含办理核发民众检举非法雇用外籍劳工及非法媒介奖励金50万元，办理入出国外籍劳工机场关怀服务计划100万元，补助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办理外籍劳工管理及相关业务所需费用100万元，提升劳工福祉计划1650万元，含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中补助各地方主管机关购置公务机车200万元，综合规划业务中推动尊严劳动计划300万元，劳动福祉退休业务中辅导及推动工作与生活平衡就保500万元，劳动关系业务150万元，含协助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调解劳资争议100万元，资讯管理业务中推动劳动业务相关资讯系统共同运作平台500万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共减列2亿3600万1千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65亿2102万5千元。三、本期剩余原列32亿6955万9千元，增列2亿3600万1千元，改列为35亿0556万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61项。请委员桌参。三、信托基金劳工退休基金救治。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314亿0766万7千元照列。三、总支出34亿2015万1千元照列。四、本期剩余279亿8751万6千元照列。五、通过决议2项，请委员桌参。四、信托基金劳工退休基金新制。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757亿9037万1千元照列。三、总支出1亿5947万元照列。四、本期剩余756亿3090万1千元照列。五、通过决议3项，
请委员酌参。五、信托基金、积欠公资垫偿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8亿7852万3000元照列。三、总支出3亿7235000元照列。四、本期剩余5亿0621万8000元照列。三、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有关劳动部主管、卫生福利部主管、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主管预算案均审查完竣，提报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曾召集委员迎及，无召集委员预请补充说明。四、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好，请问委员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修正或遗漏之处？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通过。那我们今天的议程是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环保署主管的预算有关基金的部分。那因为本案已经经过105年11月9号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第11次全体委员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而且预算相关科目及提案均已经宣读完毕，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直接进入到每一案的一个主案的审查。好，那本委员会如对本次审查预算的提案有询问或补充说明的，以3分钟为原则啊。那如果提案委员不在场，那该提案就会先予保留，好，等全部的审查完毕后进行第二轮。如能不在场哦，该提案可能不予处理。那没有提案的部分就预算照列。那本次审查的增减的预算提案，若已与我们委员们沟通啊，完成改为主决议者，请务必在尽早哈，因为今天预计在12点以前会完成我们今天的审查哈，所以请大家尽早，已经有主决议的哈，尽早的提出来啊，让议事人员可以做会诊跟影印啊，并待会完审查完竣之后一并宣读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这个审查，好，那我们先进行就逐案来审查哈，我们就进行第一案的审查哈。好，那我们就请我就坐下来。第一案是洪慈庸委员针对空气污染防治基金有关这个印刷装订跟广告费的部分，原列是1170万，好，那简列建议简列300，行政部门待会针对这个项目，如果跟委员有沟通好的，也请说明一下哈。那委员要说明或是要在质询的询问的部分再上来哈。那这个空气污染谁上来说明？处长，或是谁管理的？嗨，空气污染防治基金。本件关于洪委员所关切的议题哈，就是说今年度的这个广宣费用增加比较有15700元这件事情，之前已经跟委员这边做过沟通，原来建议3减300万的部分已经减列100万，达成共识是。好，好，我们这一第一案就是减列100万哈，那洪委员说可以哈。那再来第二案跟第三案是有关空气品质监测，算是大项哈。这个原类数是王一鸣委员这边2亿7000万，这个2000元建议减列5000，冻结1亿啊。林静怡委员是建议冻结1/2。好，那这个项目因为是后面还有好几个小细项哈，是不是允许我们从4、5、6、7后面先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大项的一个删减或冻结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案，有关黄秀芳委员针对这个水电费的部分还有陈英委员啊，这个是1200万哈，黄秀芳委员建议减列480万，陈英委员也是建议减列480万，不晓得这部分，这个负责的同仁就站在上面就好了，不要跑来跑去了。不同业务吗？对。啊，来。你啊，对不起，你的是撤案了是吧？好，黄秀，啊，第五案也撤案了是不是？好，那好。好，那再来就第六
七八九哈，是有关专业服务费的部分，研内是2亿3722万。那有李彦秀委员简列3722万，冻结5000万。那刘建国委员是简列2000万，冻1/10。杨耀委员是简列1300万。陈一鸣委员是简列700，冻结5000万。陈英委员也是相类似的，在这项下哈，也是简列700，冻结2800万。好，来这个部分，行政部门先说明一下好吗？看有跟委员说，陈一鸣委员要说明哈，是。我们可以请一下署长吗？不好意思哦。第九案。好。也是，来请我们请一下署长哈，那个署长早哈，关于这个案子了哈，你们这边提到说这个你们空气品质的监测有个专业服务费了哈，本席要讲的是说，因为你们的编列方式哈，还有你们现在执行的方式，是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有改善的空间了哈。在2个礼拜前，因为我们知道3个礼拜前是我们的这个林权院长哈，他也会同我们的陈局市长有到高雄我们的大林埔嘛，对对对，我也在现场啊，你也去了，我在现场，对对对，千春的那个事情，对对对。那本席其实在上礼拜六也有去了哈，哦，因为隔一个礼拜哦，我们不是去那个，我们就是因为还是民众有陈情了哈，里长有陈情，所以过去看一下了哈，因为他们关心的跟整个的千春状况是不太一样。我要说明的是说，因为他们觉得啦，在凤兴里的里长，他是觉得，因为本来那边要做个游艇的一个专区，要做那个 PVC 的那个制造游艇，可是那个环评是没过。但是呢，高雄市政府已经把那个水泥都铺到海边去，本来也让去啊去头，也让去啊生住也，那种那个整个南兴路是根本被封掉了啦。可是他里长说哈，他死也不会搬呐，因为他觉得那边其实空气没有那么糟啦。哦，因为那边海风其实是西南风，是这样吹吹掉吹掉，所以其实那个烟囱是在后面。他们有个金烟囱民间的那个一个委员会，他们甚至大型活动就都是在南兴路上现在在办呐。那他们的诉求是说，你们在做这个空污的这个监测，是不是可以做细致一点，不要都给他们平均值啊？他们需要这 real time。那你们现在在监测这些东西，其实你们是 real time， 因为你用物联网的概念在收嘛。对。对，所以那个资料是不是可以细一点？而且是不是可以，好，就是在一个大林埔可以分区来给他们看这个资料，因为他们关心好这空气品质的部分，可是常常你给的一个平均值，那个其实是有点模糊了，好不好？好，那个委员，我回应30秒哈，谢谢，谢谢委员反映这个民情哈，我们会继续，我因为我答应3个月都会去一趟哈，我在近期就会再去一趟，那所以委员现在关键要留他将来10000个，你10100个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特殊的区域，对空气污染特别严重的地方会特殊考量，对，给它更明、更细致、更及时，好不好？没错，这点我们来研究，这个很重要。好，因为大林埔虽然有6个里，然后有20000多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想迁村。了解，有些地方摆那个区域来讲，其实他们可能其实空气污染状况不是那么严重。好，那你还是可以有一个区，或许他们还是可以住在那边，因为我们不管是环保署或者是卫福部国卫院在做这个好，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data 的汇集汇整，然后做这个千村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必须要兼顾到每个里 好不同的需求，这样好不好？好，我们一定会追踪。好，谢谢。而且院长也答应，和市长陈市长都答应，一定会充分沟通，好不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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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委员还有那个李署长，我们再看这个案子，大家的委员们的意见来说明一下好吗？好像有协调过，第6到第9。报告委员，这边大概可能第10案也是属于那个专业服务要上的，是同一个。哎，对。好。那我想在这个专业服务的项下呢，我们编列的主要就是对于全国空气品质监测的。你先说明委员们协调的结果好吗？目前从第6案到第10案，目前协调的结果就是都是说3500万。3500。对，第6、第10，第2到第10，10案也是并在一起吗？对，是。10案4号，好。
好，所以是没有动，就是三五百。是。好。那我们如这样子看完，我们回来看我们的二跟三好吗？二跟三有关王益民委员跟林静怡委员的部分，王委员这边协调。目前协调是改三五百万。哎、欸，是三五百万，这个是大象下大象哈，是哈。那林静怡委员这边，免动，这不动，就不动啊？免动吗？不对啊，他告诉我不是哎、欸。改三个月。哎、欸，是。那个解冻条件是改三个月，从一个月改成三个月，可是他说还是要动哎、欸。这是，我听到了信息，告诉我的是还是继续动哎、欸。没有。对，我们三个月内完成，没办法修正。那我，助理告诉我，我刚才特别跟助理问过，说动这个他原来动的这个数字哎、欸。先保留再协调一下好了哈，对，因为想说这个，好，那我们先保留一下。好，来，我们再看十一案啊、哦，来，这个项下是固定污染源的管制，这个项下是2,3635万，那王益民这也是大项哈，王益民委员是建议减列4000万，动6000万，刘建国委员是减列3000万，余冻结这个1/10。那这个大项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哈，我们先看13、14，好，啊是，好，来十一案嘛哈。我们是可以请署长上来。好，李署长。好，王委员好，高照。署长好，我想本席提出来的这一案、哦、主要是看到这个中部地区、哦、他们每次到了冬季，其实不用到冬季、哦、前一阵子他们的那个都达到止爆。那达到止爆呢？其实之前呢、哦，104年11月8号首次有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去降载、嗯，但是今年这一次呢，竟然没有降载。嗯哼，这个署长没有降载，他现在因为停机一台，就是一台完全停在睡休。当时媒体的报道是说，因为电力不足，所以没有办法要求台电火力发电厂降载。因为所谓的，因为现在的需电量和夏天那一阵子哈、哦。高峰的用电量其实不同，我的理解是有一只机组根本是完全停下在睡休，所以是其实是减一只机组有降载，没有啦，媒体的报道就是没有，媒体的报道，因为当时就是说因为电力不够嘛。如果王委员有疑问的话，我马上等一下找打给经济部，这个就是好、哦，这个就是本系要了解的嘛。哎、欸，我想应该是有停机。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固定污染源哦，那过去中部都一直把台中火力发电厂列为是首要的空污的元凶嘛，对不对、那之前呢，只要这个空气污染。这个整个 PM2.5 值增加的时候，就会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应该要降载。104年10月8号首次就启动这样的一个措施了嘛？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止爆，但是没有办法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去降载？那当时讲出来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用电量不够，还是需要，所以你们没有办法提出要求。你们这个是依据哪一个？你们现在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降载，有没有明确的法源的来源？没有吗？其实也没有，这个、都是用口头上这个请求，对不对？比如说我在五月底刚就职，我曾经为了这样的事情，曾经处理过一次降载哈、嗯。所以委员这样的一个资讯，当然委员是说你看到媒体是这样讲哈。但是我印象中应该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可以，我们等下休息期间、啊那个、我马上确定这第一个。第二个和台中市的相关的，在他们的、所谓自治事项里面的，包括这些堆置厂要加盖，现在也在进行，大概100多亿、哦、包括加强益善园的洒水的部分啊，这个台中市政府目前认为，其实相关的要求业者都有配合，所以这样我的了解是，应该是停一步机。应该是有，所以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查证。好，这个待会再把它找出来，有继续进行。
还是照掉，没有改变。本席就是希望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制度化的工作？现在看起来不是制度化，就是说。好像你们可以提出要求，但是也要看我们实质的电力供应足不足，到底哪一个为先。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以满足我们的电力供应要求为先，只要说电力不足，即使他今天已经是止爆了，还是没有办法去要求台电降载，是不是这样子？现在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只要说不是的原因是我们有几个等级，就是 Air Quality Index AQI，现在就是说，如果进入橘色的时候，我们是还是行政措施哈，但是进入红色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管制措施。当然到紫色的时候，就强制该要。但这一次就是没有强制啊。没，但因为还没有达到要看配合空气的，已经是紫色了吗？要配合没有这个降载的部分，我是很确定应该是有哦。我们等一下马上。那你们现在这个书面可以提供给本席吗？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机制，从橘灯、红灯到紫色，可以可以可以，而且它的强制性作为是依据哪一个法源？当然，而且会彻底的实施。当然，当然，因为本席记得很清楚，当时发生就是它不是在现在冬季才发生。好，我们会把这个不同的浓度的时候的警戒状况哈。从橘色到红色到紫色，这个的整个措施，所以署长的意思是说到紫色的时候，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就一定得降载。那当然，一定要降载，对不对？不管电力够不够嘛，当然当然一定要嘛，对不对？当然当然。好，这个书面依据，我们书面送回来哈，因为之前媒体报道出来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会送回来，就是说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所以也没有办法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再降载，因为可能就会跳电了。所以在电力供应非常吃紧的情况底下，你们是没有办法启动任何措施的。那现在署长就是说你们可以，当对健康影响非常严重的时候，健康优先，健康优先嘛。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措施送给每一位委员，好不好？好，好，好，谢谢。我希望这个部分要很明确的，应该下午以前了、啊，下午五点以前就是会送给我们所有委员会的委员，要很明确的列出来、哦。那本席这边呢，其实冻结你们的预算呢，主要就是我发现你们现在的管制做的还不好，希望委员不要冻结。请假期哈，这个大家都非常认真，我就半年包括我们新的，我知道你们很认真啊，但是还没有做得很好，大家民众不满意啊，要时间嘛。是 啊，所以我们要继续鞭策你们了，所以还是得要冻结了，改冻结少一点，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冻两千万，现在各部门都有一个担心呐、啊，哈，因为如果冻结之后，是不是如果万一没办法解冻的时候，就会产生明年更好。提醒嘛，这确实嘛，今年的105年的基金预算到现在冻结了，也还没办法处理嘛，好、哦，所以这个也是事实。好、哦，到年底的冻结案还是没办法处理，好、哦，连过都没过了，好、哦，所以要解冻也是很困难。所以行政部门能够自己去做说明的部分，就自己尽量去说明好吗？嘿。好，那我们就来看哈，刚王玉明委员已经针对这个大项，他先做冻结2000万哦。那刘建国委员这边有改组决议，改组决议是不是？建国委员的助理在场吗？啊、哦，是哈，没错哈。好，那再来是陈曼丽委员，两个都是陈曼丽委员的提案，嘿，针对是专业服务费的部分，1600万以及1720万各减列了800万跟300万，来，主席哈，还有就是环保署的，我想就是说，我常常会看到环保署的那个计划哈，都一直不断的在做哈，十几年来已经做了十几笔的一个计划了，可是呢，计划之后呢，到我们实质上的管制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样的动静，所以看起来我们那个计划的贡献值都是很低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是建议哈，就是说环保署一定要做一个深切的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到底是有那个功能还是没那个功能。如果没那个功能的话，我们就停掉。那如果是有那个功能的话，它做出来的结论或者说建议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参采哈，要不然大家就感觉到我们空气的这个部分呢，研究和执行是两回事情。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简列了200哈。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关于第14案的那个部分，因为我长期也是关心台塑麦寮那个地方的重大污染哈。那但是呢，我们就是发现说我们的排放的那个氯乙烯呢，目前规定的是10 ppm 嘛哈，可是呢，我们那个氯乙烯的检测呢，它还是没有纳入到我们排放管道里面，所以在这边我就是说，你还是要把它纳入到，而且就是要让它变成一个制度化，定期来做这个检测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减列80万以上，减列80啊。
不动哈，不动，就减列八十万哈，一个减列八十，一个减列两百。好，那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做哈，就是利息的部分，现在我们大概是已经测出来哈，大概是比较高的部分是1.59 ppm 哈，但是在台塑人工厂那边测出来的啊，那卖寮厂大概都测出来都还蛮低的啊，那还有两个厂，我们陆陆续续这大概这一两个礼拜会排行程再去测。哦，还有三个厂，还有。好，我是希望你能够定期啦，把它变成一个制度化的东西，每一次都要把它放进去。这个、把它放入到它的申报项目，哈，指定申报项目里头，就要求他们申报过来，这样可能是会比较符合委员的期待了哈。那有害的那个空气污染物的部分呢，这个我们会严格来盯哈，因为这一部分是应该是对民众健康影响很大的，好，这一部分我们会来盯，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曼丽委员。13案减列200万，然后14案也是陈曼丽委员的，是减列80万。好，好。那我们进入到15、16，两案来并一并审查。蒋万安委员针对也是这个专业服务费的项下哦，也什么训练教材跟审查，这个是630万。然后吴坤义委员也是针对这个有关训练的部分230万啊、哦。那蒋委员也是建议全数减列啊、哦。那吴坤义委员也是建议全数减列。来，你们讨论的结果怎么样？等一下委员也在场。然后你撤案了是不是啊、哦？好，吴坤义委员撤案。是，那来，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那15案呢，我们跟蒋委员办公室跟蒋委员报告过，那委员同意减列30万，改减列30万。嗯？他不分科目，就我们自行调整。自行调。两项，他因为他很指定的。啊，好，那。我们没有分科目啊，他已经是同一个专案服务，他已经很锁定的啦，所以就不能让你再调整了。好，会计，好，协助看看要减在哪里，好不好？对，好，不是调整，指定，所以你们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删哪一个好吗？那我们各减15，各减15是吧？是，好，好，谢谢。好。所以，15案，蒋委员的部分就是，这项下的这个目测判烟检查人员跟所谓的这个训练教材各减15万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16案，吴坤义委员是撤案啊、哦。那17案是李燕秀委员的有关也是专案服务费里面涉及到这个环境事故，涉及到空气污染之咨询监测环境监测5000万，减列这个建议减列3800万，这个有没有跟李委员沟通过？啊，委员的助理在吗？报告委员会。好嘞。我们上礼拜有跟委员办公室协调，有准备列一个主决议啊。那个助理说委员还没到，想要先保留。改主决议吗？先保留哈。好，好，委员不在哈，而且上面看起来是还没有。有共识哈，好，那我们就再进行到17案先保留哈。那18、19是有关杨耀委员针对这个向下的长期投资，这个是2820万6000元，建议减内520。那刘建国委员是针对长期投资底下有一个向下啊，无形资产的部分是2000万6000元，建议减内500，冻结1/10，这谁的业务？谁哦？处长的业务，蔡处长，你的业务赶快。这两个项下有没有共识的？18、19。18案跟19案，这个已经跟委员这边已经有共识了哈。那18案的部分是减列120万，那19案的部分是改成主决议。是，所以18案是减列120万，对，然后19案是改成主决议，是，OK 好，刘委呢 OK 好，好，因为那个杨耀委员有他资料给我去，我们核对过是对的哈，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好，来，那接下来就是进入的是22、20。
22。20跟21哈，移动污染源这个12亿6893万，那这个这个是大象哈，那我们洪慈庸委员这个他各有简列跟冻结数，我们先来看小象可以吗？还是洪委员要先针对自己21案提案说明？好，来洪委员。处长，我这个部分哦，虽然是提这个移动污染源哦，但是刚刚因为王玉明委员哦，他刚刚有问你这个 AQI 的事情哦，那这件事情哦，其实上礼拜你们有开个公听会哦，那这个开完公听会之后，其实刚刚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说，现在 PM2.5 哦，如果照你们现在公布这个数值来说，其实以中部的我们的这个 PM2.5 的状况哦，其实在很糟的情况底下，大概也不会超过150。好，但是在十月中那一次的这个空气污染的状况哦，其实民众都非常感受都非常深，但是这个PM2.5 值到107到103左右哦，它最高的这个监测的数值的一个时间点。好，那我就要问说，照你们这个 AQI 这样调下去啦，那未来哦，这个中火，我想应该大部分在台中也不用降载了。好，那我想要问说，您刚刚所说的哦，这个法源哦，你是依照这个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的这个紧急防治措施，还是什么其他的是哪一个？这个法源是根据空气品质紧急防治办法，在这个防治办法里头，事实上是有规定哈。那我们是把它拉出来一个叫做预警。那预警的话是 AQI 只要是超过100以上已经开始去启动的哈，到了 AQI 已经超过150的话，就是已经到红色的时候，150红色已经算是原来的那个是那个 PM2.5 是大概是54左右，所以54已经要开始启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季节性的管制方案，这个大概是已经秋冬季节哪些要降载，事实上是要先去谈，那谈好以后这边就可以启动了。其实台中市那边已经谈好，所以他谈好就是说从71，但是我们是让他降到54，他从54就可以开始，只要是跟台电这边有谈好的东西都可以启动降载。所以以后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他们在这个就是红色警戒在预警的这个等级的时候，他应该要先协调出来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机制，他们各个地方政府去谈，所以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到70几或是100，那有地方政府他们跟这个固定的污染源他们去谈好，这样就可以来做降载，是这样吗？我们是希望说他从 AQI 100以上就要开始，那个有一些方案会出来，有些小的他马上可以做得到就先做的，所以不是只有针对电厂，而且我们是针对所有的工厂，只要是它可以在季节性里头可以降载的，然后它可以优先降载的部分，它可以承诺的部分就先出来。那这样的话，大概是我们是从12月就希望说他们开始做。那一开始的时候，今年度我们是希望就开始做，所以今年度先给一些那个奖励金的哈。好，处长，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在100以上，现在环保署的立场就是100以上就一定要降载，就可以启动，就可以启动，可以哦。这个是可以启动，到150是我们是希望说它最好是要有东西出来的。好了，所以好来，我的解读是说，好，环保署现在要到100以上，好，你再允许说地方政府他去做这个降载。那我就要问说，那之前台中市政府跟这个火力发电厂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未来还是可以继续这样执行吗？可以，可以嘛？好，那所以现在就是说，环保署你没有给他一个强制的一个限制，在这个预警的等级的时候，你没有给他一个强制的限制，说他一定要怎么样，那就由各地方政府自己去谈。我们事实上是有给一些奖金的，好，奖金嘛，好，但是没有限制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会给他一些原则的哈，就是说，原因为像台电这种降载，事实上是他要时间，所以他大概一百的时候就要开始去。好来，去有些好处长，这个好会后，我希望你把这个原则好，把它给所有的委员然后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也希望说哦，这个东西不是定一个，就是让各县市政府哈再自己再去跟这个些固定污染源再去讨价还价了哈。我当然是希望说我们中央这一边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规定出来，那这个规定是大家都可以信服的哦。那这样各地方政府他就不用自己再去那边谈来谈去，然后谈不好，然后
又回过头来要求这个中央要来做。那这个提案哦，我最后是冻结5000万哦，这个移动污染源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最近哦，其实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有二行程的这个机车的这个，因为要汰换嘛哦，所以很多的民众出来在反弹这件事情。那反弹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都会说他们只占了整个污染的2%嘛哈，那其他的大货车哦，他们所用的柴油，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移动的这个污染源来讲的话，它其实才是比较大众。但是在这一块，其实大家比较没有感受，好，没有那个实际的你们要改善的那个措施。所以这部分哦，我希望你们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出来，好，针对这个比较大众的部分，好，不要针对小的哦，让他们去改，但是大的都不管它，好，所以这部分就是冻结5000万。好，这部分我大概回应30秒了。大概这部分大概是柴油车的管制，我们最近会推出一连串的措施哈，包括这个是我们就是建议交通部那边哈，就是说要把它纳入到那个就是提高那个它的那个牌照税了哈。那已经跟交通部那边已经谈好那个条件，大概已经都谈好了哈。这牌照税是逐年提高大货车的部分哈，所以那这样的话是逼着他就是说赶快去汰换。那另外我们会提出一些经济的诱因，让这些柴油车赶快走掉，因为它占的污染量很大，大概是16.8%。这部分我们会处理，谢谢。那针对是20跟21，哎，我再请教一下这个处长，我刚刚看了你新提供的这一个 AQI 的说明哦，所以你是说未来 AQI 实施之后，是比原来的你们 PM2.5 的这个标准是更严的吗？对，是更严格的。对，更严格的。好，那刚刚本席有找出来这个新闻报道的资料，台中连续4天止报，那个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10月19号，当时说是受到那个台风外围环流的那个影响。那当时的媒体报道就是很多测站当时的 PM2.5 都止报了。如果把当时的那个数值转换成你现在新的 AQI 的指标，应该也是达到至少是红色的警戒了吧，对不对？所以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你当时应该就要要求台电去降载。但是十月份的这个处理，我找到这个媒体的报道，媒体是说没有啊，就没无法降载。对，李署长说他要好，来，署长上来，刚刚是署长回答的。媒体的报道是这样，我现在又把它找出来，他们说没有办法降载嘛，因为当时的用电，因为是十月份用电还很吃紧的情况嘛，所以即使以当时的指报换算成你们现在新的 AQI 已经达到红色警戒，照道理来讲就是要降载了嘛，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执行。我给委员补充一下，是刚刚马上和台中的主任秘书，台中市政府主任秘书哈，对，联络哈，就十部机组啊。在十月份其实是有停了税休一部机组，是，所以其实那他早就税休了，我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季节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降载是10月19号才税休，还是10月19号之前？应该是10月之后嘛，所以我们就得了解你要查清楚啊。本席的意思就是说，税休就代表完全停一部，对。如果他原本就在税休，他早就停了嘛。但是他到10月19号，他因为这一些气候的因素，他又飙到止报连续4天嘛。照道理来讲，降载就是你不能算他前面早就税休那一步，你应该要再继续下降才有那个功能啊。署长，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碰时是10台嘛，吼，啊停一台就减了10分钟。啊，你快当时停啊。哦，喂。所以如果他已经先停的情况到10月19号还飙高，那表示说现在的整个 PM2.5 浓度太高嘛，还要持续降载才对嘛，对不对？这个的话，那才是你现在启动新的这个 AQI， 这个还有作用力嘛？好，这个按照道理应该是要这样子。好，委员这样讲，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即使剩下9部机组还是8部机组，但是还是空气品质还是不好的时候，还是需要做调整。是啊，我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可以，你们应该同意吧？好，我们应该是要这样，那你的管制措施才会产生效用啊。啊，就是不是说哎，你已经10部算有一部，反正不管你2月、3月什么时候已经停机了啊，所以现在即使是止报，你就因为一部是他因为是冬季才开始税休了。对啊，所以本席、我了解，好，本席希望做到就是说，既然你们现在新的这个 AQI 的指标出来，你说是比原来的是更严格，而且有预警的措施，那要有实质的成效啊。是从54降到35，而且你们现在恐怕还没有跟经济部谈好吧？
如果你们说了算吗？经济部会不会跳出来说不行啊？我们现在供电吃紧啊，怎么可以环保署说了算？万一这个大家这个没电可用怎么办？那个警戒的那个相关的 AQI， 那個它的强度到哪里？我知道是你们定的啦，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它达到橘色的时候要开始预警了，对不对？红色你就下令要停了。但如果说经济部又来说不行啊，我现在整个电力我调度不过来。这个中国经济部和台中市政府其实有讲好这样的一个机制了。不能讲好了，本席要的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明确的可以启动的机制？就像刚洪慈庸委员在讲的嘛，你到时候可能把问题丢给台中市政府，说啊，你台中给他瞧啊吼。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台电他说经济部才是他的顶头上司，他说我现在电不够用，我不行啊。那一个地方政府他可能是完全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机制会是什么？该启动的，如果是一个强制性的措施，那应该是有一个方法跟步骤跟原则一启动，没得商量的，就是已经达到这个，你就要降载多少，那就是一个机制嘛。那如果都是用桥的，就会像十月份这个状况嘛，他就一个理由说我电不够了，没办法了，所以继续只报这个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办法会和委员这个精神是一致的，对啊，但是 要真的要有一些强制性的一些作为，好不好？ Okay， 谢谢。好，针对二十案，李彦秀委员有要表达意见。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下署长啊？署长，你刚才回答王委员的那个 AQI 的评鉴标准，虽然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非营业基金的预算哦。空屋基金的防治基金的这相关的预算跟做法，事实上虽然你到环保署来的时间半年多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已经做了很这个业务，事实上署里面已经做了很久，但是面对于现在环境包括各县市很多县市都在自爆的状况下，造成很多孩子其实如果有过敏的话，其实最近这半年一年来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你具体的做法改善，虽然我们有一个新的评鉴做法标准及 AQI， 但是未来如何去降低这一块？因为我看到你预算书后面执行，你的同仁来回复我的，还是就是加强这一块的做法，但是其他的搭配配套措施是什么？我分两大块，好，两大块来讲哈。一个就是移动污染源，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氮氧化物比较容易造成这样的 PM2.5， 所以移动污染源尤其是柴油车占大概 16.7% 最严重。署长，你要有新的做法，因为现在例行性回复我同仁私底下跟我沟通，其实都是过去例行性的做法，我看不到有可以解决 让跟过去的做法有不同，或者是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跟做法。好，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要四期以上、五期以上，这些大公司都用四期、五期以上的货运柴油车来载货，哦，这第一个哈，这我已经和国营会通知所有的国营事业和机油的厂商，这第一点。第二个，三期的加装，你是强制性的做法还是拜托劝导性的？虽然是鼓励性的，但是就说我都不会。好，机长，不是，外公，这几乎是强制性。外公，因为咱虽然是讲，因为我们不是主管机关，是请经济部，经济部就通令中钢、中油，哈，所有的国营事业都有四期以上来载货，这个就。会，但是我们移动式污染源，其实国营事业，你刚刚讲说这四五级以上的，其实占现在移动式污染源的人数 的比例有多少？能够减低减少多少？柴油车就是占最主要，就是移动污染源里面占16.7%到16.9%。好，那我们刚刚也有委员在垂询这二行程，二行程从民国90年到现在15年之间啊，减少300万部，现在剩下160万部。那160万部里面，你预计因为二行程机车的补助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你认为还到底还要补助多少年？你可不可以具体的说，或者是说我们速度？三年，所以这一任二行程希望在三年，但是我给委员报告一下，二行程里面减少了300万辆，哈，减少了几乎1/4。那么二行程有很多是乡下的阿伯，如果这一些乡下地方的，他一天骑，我希望二行程机车的汰换了，类似像这样的预算，最多再做2年就好，这也代表你的执行力。我们就是已经把它，又本来是无限期的，我现在就3年，而且每年要逐渐递减它的补贴的额度。好，我希望说用经济的原因每年逐渐递减，所以三年就把它修起来。希望大家另外一个是没有除籍，
没有处理，因为交通部很多人欠税啦、欠费，他没有去缴，所以都停在那地方。这波我们让交通部说，如果他已经欠税欠费，就给他赦免，然后大家去报处理，那样把这些牌子挂在那边啊，一点没得起来，我给除掉，这样可能又会减少几十万部。但是关键是如何降低止报的次数跟天数，这才是关键、啊。当然，所以移动污染源不只要看你这些数据，但是关键是民众要感受到那个是目的，空气品质。委员所讲的那实在是目的，我们往这方向做。而且以署长，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跟台北市有关系。前一阵子台北市议会在谈说，柯文哲同意让你私底下你们出了一个密件。到台北市政府去同意焚烧云林的垃圾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所有的焚化炉都回归你中央来控管。前一阵子我也跟你做了质询，我花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到底是私底下沟通还是正式公文？那你现在全国的垃圾调度，我知道这都是灵璧性的设施，虽然我自己是台北市的立委，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私底下做沟，私底下跟台北市沟通，而且你的调度，我认为势必是要公开透明才对。我想这样，这公文书绝对是公文，绝对是正式的哈。但是部分政府部门之间，哈，这样的一个文件是，那你现在没有焚化炉这几个县市，未来长期性的，比如说云林未来是不是就都由台北市来吸收，还是你有其他调度的方法？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你不能说没有焚化炉的地点，那都是固定哪几个县市来收，大家必须平均，大家共同来分担嘛。委员，两个大方向，第一个，该县市都要做分类和减量，这第一个哈。第二个，一定要互惠，譬如说我们这边医疗废弃物到云林，譬如说我们这边底渣回去云林，云林其实。不只是台北市，周遭的包括嘉义，包括高雄，包括有的时候甚至在苗栗、台中，互相它是大多和少而已。那这一次在这个暑假期间，这几个月是台北市，啊，因为台北市的量那么就大，的确是主要以台北市为主要。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你未来的调度，我们是用什么样的 SOP 的标准程序？更何况。台北市的市民分类是做得非常好，我相信你自己是住在台北市，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倒过垃圾。台北市的市民分类是做得很好，其他各县市我没有把握，他们垃圾分类，他们各县市政府地方怎么去做执行？我一个礼拜都倒两三次垃圾哈。但是署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未来各全国各县市怎么调度，我觉得你有必要要跟大家交代清楚。是。委员，你所这个有没有一个要点？环境的必要之二，大家怎么全国大家怎么样来共同承担？我可以接受，但是第一势必公开透明，那个量也必须是足够。那之前包括事业废弃物牵扯多少，家用垃圾占多少，我觉得这都有必要跟台北市议会。我觉得要做更多的沟通，而且我认为你不能只私底下去一个公文去交代台北市政府，我认为台北市政府也有必要要去跟台北市议会要去交代清楚才对。好，我有给吴碧珠议长也联络了啊，谢谢。来，哎、欸，你不能这样子交代，害吴碧珠议长好像吴碧珠议长同意你一样，我不认为这件事这样的做法是对的。以后我刚刚说我同意你。我可以接受，不是我同意，我可以接受你调度，但是我不同意私底下的处理方式。好，谢谢。那个我了解，谢谢。我们礼拜四哈有针对有关垃圾焚化炉研议的事情要做专案报告，因为那个计划六年的计划要花一百一十亿哦，还有地方要配合款51亿，这么大的计划，那今年明年就编了预算5000万。我们认为这件事在上次审查预算的时候都很有疑虑啦哈啊，对于焚化炉的研议事情，我们大家也很多的看法，所以我礼拜四有排了一个专案报告，请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哈。那刚二十案，李委员，二十案你的意见是什么没讲？对，是你的决议是什么？减掉5000动8000，比之前协调来高。好，来，我们都会做那个通知，来减掉。二轮再沟通。好，那再稍微保留一下哈，你刚这个金额跟刚刚协调的不太一样哈。好，来先保留一下哈。好，那刚吴坤义委员也要发言，来。不好意思啊，请。那个李署长跟蔡处长好不好？好，
主席吼，各位先大家好吼。我想，咱的环境工作是有进步啦，像 AQI 这个设定是有进步，但是我感觉咱讲无清楚哦，爱讲无清楚，因为空气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不会只有 PM 2.5 嘛，对不？所以咱来讲 SARS、臭氧啦、硫化物、氮化物，所有的为什么要制定这样指标，是要把所有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整合起来，当做一个指标，因为我们。对空气污染物的恶化不会只有 PM 2.5 升高才恶化，我们各种污染物的升高都可能造成空气品质的恶化，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媒体或是我们立委在很多先进在质询的时候，可能不了解这个状况，我们要解释清楚，好，不然可能误解了。再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部直报的问题，到底我们原因找到了没有？因为台风嘛停啊嘞，对不？啊，都话苏定个讲，台中火力发电厂嘛，停止在吉亚去税修。嗯，叫你讲污染物的排放量降了很多。好、哦，啊，现在还会自爆。好、哦，这物件，咱来做明确，吼，啊，做咱的民众了解，啊，不，大家误解。是。好、哦，刚刚讲，但拢无咧减量，安尼嘛怪怪。是。好、哦，因为大华都已经停了，当天是。咱有一个中兴大学教授讲 ，PM 2.5第二大污染源是台化呢。第一污染源是6000，对不？啊，即马第二大污染源已经停了呢，啊，他现在要过去自爆，吼、哦，即马足奇怪，我嘛一直想无，吼、哦，当时中央大学，中兴大学副院长，现在工学院的副院长庄秉杰教授的模拟结果，嗯，第二大污染源是台化，嗯，好、哦，所以咱即马现在他要过去自爆，好、哦，即个物件咱爱好好解释清楚，好不？好，不然呢，吼。但空气污染开始你解禁你减量，结果我把握重点了，好不好？ OK， 不成效比赛。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进行22案哈。22案是我的提案，这部分跟行政部门沟通、這個。对对对，这部分我是建议的哈。我们从20案哈一直到27号哈，是一起吗？27案哈，这个我们就保留协商了哈。因为我是希望一起解决，就是用通案、哦、用通案的方式哈，就是整个03的话是一起解决。那原来是已经在谈的，就是说能够谈到能，我们是建议说减列2000，然后动5000了，就这种的，哎，对。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沟通，哎，对。你说从22案一直到20案，从二十案开始，对，从20案到27案哈，这个27案，对，到27案，对，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可是下面是细项哎。对。因为大部分的钱是在补建筑的那一块了哈，补助奖助的那一块，所以是想说大家一起谈。没有没有，处长你，应该是说20案是大项哈，所以它是一个全部，是再回来回顾，不，就是上面这个项目是回等一下我们，因为下面就是。单某一些项目来删减，确定之后我们会回来看20跟21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好，对，不然这样子我们全部都含不隆通的，就不知道每一个项目在大家在意的是什么，好不好？哎，那22案针对这个我的提案里面，其实我几次的质询都一直在问哈，为什么我们环保署一直在鼓励买电动车哈？这样的案子应该是比较属于经济部的业务啦，可是我们却包括这个电动车的补助，还有所谓的电动车周遭的设备、电池的交换，这个预算加起来大概3亿多，因为是分在03跟05的项下哈。那我们觉得说，这个环境，尤其是空污的这个环境基金，应该主要放在的是污染源的减列啦，或是减少，所以我才提出了是说，你怎么样去提出更直接减少污染排放，而不是一直在做经济部的事，好，这是我们一直感到很困惑的事。哎，对，这个你是太有钱了，是不是？不是，是因为对于空气污染，尤其是对老旧柴油车的污染，是要汰换，我们是很急的，是，我们是非常着急，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步应该要先做，赶快把它处理掉。是，所以这边大概是有些这个，譬如说一些大客车，我们大概是同意大家共同分摊嘛，不是只有我们在给，然后交通部也在给，所以其他部分会配合了，好，所以每一个地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那其他经济部的部分呢？经济部事实上它，
他补助的他也是有哈，就是大家是共同出钱的，赶快把电动车和这种东西把它做起来哈。像有些地方，像西螺国泰市场那边，我们是一样，就是在推动电动车。那这样的话是可以让空气赶快改善的哈，因为我们是比较集中，空气要赶快改善。那我们当然在空气污染方面我们要主导，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各个部位大家配合来做哈。那不是只有我们出钱，他们也有出钱，经济部有出钱，交通部也有出钱，大概是这样。我们是很希望你把钱都花比较用在污染源的控制啊哈，而不是一直。只有感觉是经济部的业务啊，都放在你这边来编哈，不要说因为你这边有钱，然后你就全编在这边了哈。那所以我这边经济部编多少？经济部编了多少钱？5亿左右。你这边编了3亿，也不少啊。对。哎呀，这不是你主要的业务啊，哎。好，是配搭的业务，是你的业务吗？好。是啊，但是你去补助车足奇怪。对，但是因为它是主要的污染，它是遗物是主要的污染。那哎，当个供啊，大概下面可以再讲。那我这个案子是针对可以要动1800，那是不是鉴定委员是不是我弄一个主决议可不可以？我是要增加一个主决议啦，希望你在6个月内可以延役针对第一起、第二起的柴油车，怎么样大幅的把它下降，增加这个淘汰的诱因。对，因为这部分事实上是比较钱比较少，所以改动十分之一，就是183万。你希望我动少一点？哎，动少一点，动十分之一，183万，然后增加一个主决议。好，那你有03跟06要动多少？因为你有编在03，有编在零。我最主要是动03，动零三是不是？动03，好，动03，我是动183万，然后再加一个增加一个主决议。对，好，那接下来是23案，我是撤案是不是？对，好，我是撤案了。嗯，是。好，来，阿哥来24案，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嘿，24案。24案的话是这个是委员那边是大概是希望说不已经说明以后不予处理，然后。也是改一个主决议，改主决议，对，好，是吗？哈，对，好，那25、26、27就都有关是，捐助补助及奖助10亿8600万，那黄秀芳委员建议减列2000万予冻结1/10，陈一鸣委员是要建议减列600万予冻结1亿，林淑文委员是建议冻结1/5，就这3项。请三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有，来林淑芬委员。嗯，各位委员啊，我现在先请教环保署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这个讲补助汰换掉二行程，那它联动的机制是说。要求他要去买电动机车，那我是要先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署长报告，我们这几年来哦，500万辆的二行程已经汰换掉了1/3了哈，剩下将近四分之，大概是1/5呐。OK， 剩下160万部，那我是要问你说。我们在这些二行程，不管以太换或是未来160万部里面的比例啦，它未骑乘的比例大概有多高？就是说，因为车辆坏掉了，没有去没有去报销，然后未骑乘，事实上实质是未骑乘的，你们希望它赶快去报销报废的，那这个比例大概有多高？现在目前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大概是20%左右。20%，那过去的300万辆呢？因为它最后160万辆，应该就是经常还比较高的比例是在骑乘，所以它是没有去汰换。那过去的300万辆，应该理所当然合理的推测，它是未骑乘，那干脆就拿去报销这个吊销牌照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所以300万辆里面未骑乘的比例有多高？300万辆，这个没有，大概应该我们补助的大概是只有现在还在用的那一部分了。现在还在用的，所以没有在用的是不予补助的了。所以我们是那你们去估二行程的污染贡献度大概2% 是怎么估出来？是估全部还是估还在骑乘的？
目前大概推估是应该是估全部的哈。估全部。对。那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估算有没有可能啊？是一个不真实的估算。我的意思是说，他为骑乘啊，但是他的牌照也没有去报销，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污染的。嗯。没有污染的。那你去把已经没有在污染的人，哈，然后给他补助，然后你的补助的方法是汰换绑着电动机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政策少说也有八年了吧？刚委员报告，那个就是没有在骑的这一部分，我们是不予补助的。哪里？他就是没有在骑，你才会补助啊。因为他已经要去报销不骑了，你才会说你赶快报销掉，我去给你，你去买电动机车，我去给你补助啊。是堪用的才可以补助，不堪用的不能补助了，大概是这样。那你怎么个堪用给补助，不堪用给补助？方法是什么？这个要认真点看。我们你到这个东西是你在把关的，还是这个公路总局？这边我们是有要求，我们是要求他必须要提出定检记录，所以要有定检记录，就是说他有骑去定检站，有去做。如果你要求要有定检记录的话，那他当然不能报销了，因为他可能很老旧了，不敢去定检了。所以他更不敢去这个报销咯，有可能啦，但是这一部分到底是有占多少，这一部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整个政策其实很多，这么多年来了，对，已经哦，从这个1997年开始补助淘汰二行程机车这一件事情列为重大政策，空污基金、环境基金，整个环保署的重大政策，可是这几年来啊，一直绑着买电动车，因为我同空污来讲，我们现在降低空气污染量，所以汰换掉二行程是应该的，哈，理所当然的。可是你一直绑着电动机车，我个人也没有那么反对。没有没有，这个以前没有绑，是去年才开始，这个是有跟电动车把它绑在一起。那以前没有绑在一起，为什么现在还是硬要绑在一起？为什么你知道吗？电动车在台湾已经多久了？对，那我其实是支持电动机车的，但是电动机车老是没有办法解决它最本质、最核心的为什么民众不愿意购买的真正的问题。那个地方你们都没有强迫业者，然后有重大的决心去改革这一件事情，你们现在却拿着政府编列的补助和奖金和这个基金，结果呢？你去补助这个产业，补助这个产业从经济部向下，我们也可以支持。但是你们要解决为什么民众不愿意购买电动机车？你的电池的换这个代换的这个非常不友善嘛，它变成没有办法跨出社区以外嘛，它没有办法作为跨出社区以外。可是你要看机车族的使用的特性。他是年轻人的哈居多，他必须跨社区外的出去工作，他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他是最有效率又最便宜的。然后你的电动机车连这个让他可以跨几十公里出去，然后让他电池免担心没电，这个几年来啊，从有电动机车以来，电动车以来，这几年了，已经十几年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再用政府的基金补助奖励，然后去绑它绑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怕这样的计划可能不是那么周全的。你们从去年开始，署长你知道，103年补助，然后淘汰的这个66万辆里面呢、啊，只有几万辆去购买电动机车，你知道吗？我现在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数字哈，但是103年补助太，我这两个应该要分开的。太换掉66万辆、一个是你要买的鼓励，其实地方政府，譬如桃园，因为它这个空污基金多，人口多，工业多，所以污染高，所以它的其实桃园县政府补助是到20000，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多。我没有办法，这第一个啊，所以第一个是要分开，这补助到买电动机车是20000。第二个，以我现在的了解，台北市哈，像林委员所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哇，电梯就麻烦，我就说穷电穷规波在穷。现在他们业者是有一种，就是说你去是替换，几分钟都要瓦掉，而且他现在的替换站呢的数目比一般的加油站还要多。
我说他要从这方面去改善。首长，我怎样啊？但是你讲这个是特例啊，并不是那个逐步的。从去年国民党执政绑了一个电动汽车，是因为我们正要发展一个特殊集团的特殊产业，这个我们鼓励也欢迎，那也认为应该要扶持这个产业。那我们那个是经济部的事。那我们现在呢，环保署补助的这一个机制里面，我们其实要解决空污问题，我们是要解决空污问题。结果从我们的环境基金或者空污基金里面补助淘汰的66万辆里面，换购成电动机车的换购率是2%，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其实你都没有办法解决电动机车的不友善这个问题的。没有，我原说是分两个层次来讲，我就说第一个。汰换掉二线城，二线城的市面的价值已经几乎无价值，所以它这几台是报到千五，是报到千五是高利大家给它淘汰掉，吼，这是一种。但是哪里讲，足侪增卡所在吼，伊无牌吼，那看样的吼，阿伯啊，吼阿姆啊，伊是去菜市去抓，去铲去抓，这款咱不把它列为重点啦，吼，当然是希望伊汰换，但是讲伊都甲徛去抓尔。对不对？是啦。哦，啊个弱势价，你讲咱要讲强制，这些是是啊，都没通。所以就保，但是我们就基都会区里面这一种，如果需要汰换，我们是鼓励他汰换，这第一个。那地方政府是搭配电动车，我们本身这个政策不和电动车一定要绑在一起，这是两回事情。但是第二个，你知道地方没有电动车继续做，你知道你们在补助电动车的产业上的政策，甚至以公车，我们是鼓励的哦。电动油电公车来讲，有人买来买一买，结果放着就不用，只是领完奖金，然后就放着就不用。这个现在整个行政院，你知道你们的公车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这样绝对在检。不再这样补助，而且你如果我们也希望是国内的产业，一台电工补助6-7百万，啊，一个是进口，对国内产业就业，所以说电所长，你知道这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了解，以你们电动公车，我们以前朝为例，补助款领了，业者领了，客运业者领了，然后去买来了，就电动公车，因为它的基本核心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买来几十辆就放在那里，放到坏掉。林委员，你讲这台车，我猜那里，所有和电动有关的车子，从机车到汽车、巴士，咱全面检讨这第一点哦。第一，电动机车它方便，因为我们的产能比较好，那个。让消费者的方便性，你头都要讲诶。那我们鼓励业者要往那个方向。我们曾经试做要搭一个平台，让不同的业者有一个电池的共同平台来失败。哦，啊，所以那你过来监督。但第三个，最主要还是柴油车。哦，柴油车16-7趴嘛。哦，啊，所以绿冠器还是淘汰一二期，还是规电相关的业者鼓励用4期以上，这个我们就列为今年的重点。署长，你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你讲说，我们冻结，希望你。本来要鼓励扶持电动车产业，这是好事，但经济部应该做多一点。欸、那我们的环境基金、空污基金是要降低污染，所以我们不一定是我们要编列奖励的钱，不一定我们这里污染降低跟他们的购买电动车不一定要联动在一起。啊，我们也不是主要，所以经济部一定要出主要的力量。哦，这一点我们是请离开规划跟无主要3亿多，咱的基金才偌济钱。最核心业务在做这块，还没主要。啊，你又说做了失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冻结一部分，你去检讨，不是你的补助电动车换购率失败嘛？因为他的自己电动车产业自己要发展，连叫他们电池规格统一，他们也不愿意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电池的换站换这个更换的战术也一直没有办法扩展。让使用者没有办法跨出社区以外，起码电动车，我跟你讲，我要去买机车哦，我就跟我朋友说，你的电动车怎么样？我要去买电动车，你知道买过的人都跟我说，你千万不要买电动车。我说我一定要买，为什么不要买？台北市人民对桃园台中区吼，会逐步在改善吼，这无法度一步登天呐吼。我想你们要在吼。啊，我们讲你们提起来彻底改善的，能够逼迫业者，你要叫我们政府把奖励污染的钱拿来跟你们的奖励购买电动车绑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要你解决你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只是绑在一起，拿降低污染的钱，然后来买电动车，你大的最核心问题不解决，那还是一样。
市场不市场不是靠着官方这些奖补助涨起来的，不是唯一的，市场跟产业是靠业者要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创造出市场的需求量才扶植得起来。虽然我们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我们是认为应该要鼓励，我也同意也支持，但是你要把目前执行的问题卖动一下这样，来检讨，好不好？好，谢谢。好，我动五千，阿伯，而且十分之一啦，没啦，四分之一啦，十分之一啦，四分之一啦。我先把刘那个沟通一下，好不好？沟通一下，四分之一，公会帮忙，我可以带，拜托了，谢谢了，哈，谢谢，谢谢。四分之一啊，你看，好，那再写，再写上四分之一，对啊，比原来还多哎。五分之一现在变动四分之一，嗯，啊，越动越多，十分之一，啊，动五千哈，好，动五千再过来研究解冻，后来检讨一下，检讨一下，好好好，谢谢。那秀芳黄秀芳委员的意见呢，已经有过来了嘛，哈，来，是，有十分之一了嘞，是的，十分之一嘞，二十分之一，没事啊。嘿嘿，啊，所以你要多少？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哈、啊！忘掉吧。那你们要再去协调，动五千万，哎，是动五千万的哈。可，没啦，那。好，是动五千，你要再跟署文委员再沟通一下，好不好？那秀芳委员是不是怎样？是建议署方委秀芳委员这边，好，三两千，他是维持三两千哈，对，谈的结果。那陈一鸣委员这边有共识了吗？三两千，这个是不是是编案？这个三两千的，三两千。我们这三个案把它编案吧，就变成是三两千，然后动五千，动五千，这样哈，好。好 ，OK 哈，好，好，这三个案我们就25、26、27、3案是减两千，动五千，哈，好，好，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刚刚的二十案，对，20、21就动五千是没问题了哈，那现在是李彦秀，李彦秀委员不在，又离开了哇，那有没有协调好？并案嘛，哈，然后怎么样？有减少动？再讲一次，没有，我跟委员协调好，不是你的意思哦，对对对，我们原来是要并到，是一起并到那个补助款那边。谁把灯关掉了？嘿，原来后面的小心，是并到补助款那边一起删了哈，然后就是删，就是减内两千，动五千了。是谁在搞鬼？嘿，好来。来，再对不起，再讲一次。就是二十案跟二十一案是，然后并25、26、27，并25、26、27。你不要讲那么多，你告诉我们李彦秀委员的主张是多少？他的主张是到后来是希望说减列两千动五千嘛，减两千动五千。对 ，OK， 那就跟刚刚的对，跟刚刚是一样哈。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20、21、25、26、27，就全部都是零三的了，用大项。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希望说合并了。不是，因为后面的是奖补助费，那你前面的是大项。对，所以我是希望说只并到这一项就好了，好，就并到那个补助费的。这部分我们再协商好了，这部分我们再协商好了，因为李委现在不在哈。那不晓得。没有，是下面的，下面的是跟上面是一样，上面跟是下面，那就是并起来就变成是只有两千跟五千了。有，对对对，哎，减没有大包小，那减不没有。哦，减没有大包小。对对。哦，那这边没有减啦，它就是下面的已经。那就下面已经减了，就在上面就动五千了，哎，上面就动五千，对，哎。你跟李彦秀委员沟通好了。刚那个项目有减。都保留是不是？保留好。好好，那继续保留哈，就是二十案，李委员的继续保留哈，对于
减两千这个还是有一些疑虑哈，动五千是比较有共识的。对，好，那你们再等委员过来再做一些沟通好吗？嘿，那我们进行到二十八案，二十八案是零四有关推动都市绿化及空置品质净化区的设置，这个刘建国委员是这针对这项一百二十三万八千，是。什么样的？这部分我们已经跟刘委那边已经沟通过了，以后这个案子是不予处理。是车案是不是？车案对。好。那二十九案是？这个跟委员那边沟通完以后，就减列三万元。减三万对吗？减列三万元。刚都全部保留是不是？全部保留好。好好，再来是三十案，林静怡委员，林静怡已经到第零五了哈。对对对，这三十案的部分就改成主决议。这好几项哈，三十，都在下面。对 对, 對，改成主决议。对，三十案改成主决议啊。是，没关系，改成主决议。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三十一跟三十二是有关这个向下杨耀委员对专业服务费的部分八百零五万，建议减列一百八十万。然后刘建国委员是针对更向下的一些出席费啦哈，这个两二十五万全数三列三减。这样这个跟委员那边沟通的结果哈，我们并案处理的就改减列一百零二万。等一下，三一三的并案处理改减列一百零二万。刘委员，对专业服务费。专业服务会。改主决议吗？改主决议吗？改，就是专业服务会哈。不撤，但是也不处理。什么叫不处理？对啊，什么叫不处理？就撤案了，对啊。没有，我就是说就摆设。三二有主决议吗？主决议啊。对呀，就变成主决议了。三三有的。不处理就没有。没有处理，不处理就没有。也没有案子，对呀。他的案子还要留着，对不对？嗯，对不对？那要改成主决议，好不好？你跟委员讲一下。好，那今天来，今天来，不好意思，到哪里？他现在三十一、三十二并案处理，然后减在专业服务费减一百零二万，减一百零二万。那他有没有主决议？没有主决议，还是并案？有，都在并案，没有并案。他说并，他现在在说其他的人是，所以三十一、三十二两案一起是并案，然后减列一百零二万。对，好，好。那接下来是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都是有关这个也是捐补助费哈，三十二亿一千五百五十万三千元。林静怡委员建议减列二分之一，蒋万安委员建议减列三亿两千一百五十五万，然后李彦秀委员减列两亿一千五百五十万，冻结十亿。陈一鸣委员是减列一千五百万，冻十亿。那下面是更细的，是不是？就是他下面的一项。下面的就是有关地方执行空气品质防治。有些特别是补助地方政府推动创新型空气品质计划，这个总共有五案，三十七到四十一，其实前面的可能也都跟这个有关。我看他的计划都在提这个件事，是是不是有委员要针对这个议题再做说明，还是我们就一并来看一下这个计划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有关补助地方政府推动创新型空气品质改善计划，大家都对他有一些意见。李彦秀委员是要针对哪一案提？三十五是不是？好，那个你们现在创新型的空气品质计划，未来地方上怎么去执行？目前我们是定出一些原则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原来要做五年的计划哈，就改成四年要做完了。做什么？就是第一个叫做应变，就是紧急应变；第二个就是改变，就是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那譬如说，我们会去补贴它去设，尤其是都市地区，有些跟我们很靠近的，像它很多那个锅炉，小型锅炉哈，我们需要把它汰换掉。
什么锅炉？小型的锅炉，像饭店啊，这个医院，他们还是用小型锅炉，然后烧那个重油。那我们是希望说这部分就是把它塞，让它去烧比较没有污染的油。对，刚刚讲饭店要改善它锅炉。对对对对。用空屋基金是，署长是补贴一部分，就是让它赶快换掉。你这个都没有办法说服我，署长。那另外还有部分哦，这个是其中一部分哈。那另外还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防治烟尘的这一部分。大概是也是有七大措施要推啊，所以需要很多的一些创新的计划。署长，因为这个空屋计划哦，补助各地方，现在中央的财政其实非常的困难哦，也为了中央的财政，现在在做很多年金的修正啊，三节慰问金的删除，所以在类似基金的预算，我会审得更严谨。但是凭良心讲，你的同仁不是没有来跟我说明，也有跟我办公室说明，但是说明的结果。都没有办法去说服我，现在中央财政的困难下，地方去执行这些改善空屋的基金是用这样的方式，而刚才跟我讲的这些创新型的空品计划细项的执行方式，是可以直接更有效的去说服我，所以我这笔预算我一定会去做删除，除非。你可以去提出更有效去解决的方法，让我认为你这笔基金补助给地方是做的，我觉得有道理或有效，否则我觉得基金的执行哦，这个都是撒钱给地方上去撒钱去做人情而已。不，我绝对不是这样。委员，我说明一下，我们大概大致上就是两个区块，一个就是固定污染源嘛，大烟囱就是像中和、中荣这些大的烟囱，再就中小型的工厂。工厂锅炉还有饭店也是锅炉，饭店做几百个房间的锅炉，它也不小啊。好、哦，类似他们在烧重油的，我们希望他鼓励他能够烧柴油，还是甚至他有的管线能够到的，鼓励他去改换成天然气的锅炉。好、哦，这个当然都会主要的污染源，就是固定污染源，就这两个大块。好、哦，那移动污染源，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所以。大型的那种固定污染源，包括说希望它对于氮氧化物的减量。你先讲到这边，我停一下，因为我忘了我前几天是审哪个单位的预算。嗯，啊，我知道劳动部的预算也有相关的，我们补助改善某一些企业的相关的硬体设备。在我看来，换锅炉、工业也好，饭店也好，这难道不是应该是业者他们自己的责任？你每一年补助，你可以做多少？对，这当然是现在政府财政这么的困难，你每一天说三节慰问金也要砍，年金也要改革，然后我们现在反而相对的，我都认为企业在赚钱，这是他叫做他的社会责任，然后我们自己用空屋的预算再去补助，所以没有，所以你更说更挖进了，但是我跟你讲，你这个东西很难去说服我。我认为你应该是逐步的要求，因为你是公众的补助，你用五十万的补助，十万补助五分之一，鼓励他去汰换，也在没有啊。法律上他现在不需要换，但是我们希望他换成天然气，哦，换成那个比较贵的柴油，这样的话他增加的成本，我们是鼓励性质，不是完全给他补助，不是的，完全不回去，那到一点会靠不可能。署长，我只认为哦，相对的，因为现在大家对空污、对环境越来越重视，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要有更好的手段跟方法。哦，去处理，去进一步的要求各企业界去配合你现在很多环保的政策才对。一味的补助的方法，一味的补助，我不是给他效果，一定的诱因不是全部。我认为效果有限，效果有限也不具体，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你去拿出更好的具体。好了，先保留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来研议了哈，谢谢谢谢。好，对这个案子哈，林静怡委员有请我表达了一下哈，因为对这个案子他建议减列了16亿哦，那最主要当然也是在这个科目，在105年才编列11亿，好，可是在106年我们却编了32亿，等于是增加了20亿的这个预算。那如果从过去空屋基金对地方的补助的执行成效来讲，大概平均是54.73哈，有的最高也大概80几而已哈。也就是过去的执行成效这么差，为什么明年的预算会突然增加了20亿？那这20亿的这个所谓的地方创新型空气品质改善计划，我们都不详细，不知道它的详细内涵哈。那到底增加了什么？要做什么？因为增加这么多的钱，所以林静委员也直接就删了16亿，所以我不知道。我得招委报告，还有委员会报告，就是空气污染，前面大概
看得到、闻得到，大家受不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是把总共的期程缩短一年到四年，哈。另外就是说，譬如说有些特殊的地区，港区，尤其譬如说，小港地区，譬如说大林埔那个地区，那民众讲，我三四百年都在家，啊，恁港腔你来八百几人党怎么办，哈？所以包括一个工厂部分，我们当然处理，但是类似说，他那边就一条路。贵亚板台 A 欧多拜迪亚卡，我们就说，那如果你地方特殊的状况，你提出，譬如说，免费接驳的公车，刚才掉多年嘛，啊，所以用免费接驳公车来提供这类似这样，就是在这二十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不本身提出来有创意的切合它的需要啊，我们也不就把你推出来就答应，不是，我们还有请学者专家去审查，我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啊，如果说那个蔡处长要补充一下，也可以再补充哈，所以不是讲一来的用回。也不是说一定都花掉啊，不是的，我们只说我们先框列这一块，因为大家希望越加速的来处理这空气污染，大概都没掉嘛。哦，那个家长带着小孩，当一下子报的时候，小孩要不要去上学，大家就开始问自己嘛。所以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很赶、很急迫，有它重要性，所以我们一方面除了中央政策之外，也希望地方你针对你特殊的需要，你提出你个别的。哦，你认为有创意的做法，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这样的，希望说委员能够来了解、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每个地方的确有它差异性，好不好？谢谢。好，我这边是想要讲一下哦，就是针对今天的空污基金呢，我是希望说这个。各委员哦，能够针对这个问题哦，就是尽量用冻结的方式啊，我是希望这样子，因为哈、哦、中南部，我真的是我来自于重灾区，中南部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经费来改善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认为现在环保署所做的这个计划不够详尽，我希望是用冻结的方式来处理哦，而不是说直接删减掉，因为这费用一旦删减掉，我不晓得中南部的空污要怎么样去解决了哈。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对地方政府哦，其实之前环保署。也有跟他讲说要共体时间、啊、但是我并不认同要共体时间这件事情、啊、是要真正的去解决中南部的空气污染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我大部分的费用我都是用冻结的，比较大笔我都是用冻结的方式、哦、是因为我希望环保署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问题、哦、尤其是高雄还有台中、哦、整个中部彰化跟云林都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这边再提出来、哦、就是环保署今天只要有委员质疑你们的计划做得不够详尽的，然后这补助的方式他们就不满意的，我希望你们可以提出更好的一个做法，好，因为我真的希望说这个台北哦，可能没有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台中跟高雄真的非常严重，我不想我 不只是地方政府啦哦，我所有的民意代表都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只要只报所有的民众都会来澄清，所有的民众都会来讲说政府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哦、所以、哦、这个我想接下来这一年、哦、我希望真的可以达到署长你所说的、哦、你们要减量的一个目标。以上。好，来，是张副署长，好，来。好，谢谢主席，那也特别再跟洪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之前有提到供体时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当时我们有邀集了那个云林、台中还有彰化有关这个自治条例的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呢，我们要澄清，我们在当时其实根本没有所谓要放宽加严标准，那时候在媒体这部分的报道其实是有点那个误解。第二个呢，其实需要供体时间呢，不会只有那个像您所来的受灾区的这些灾民，其实更需要供体时间是这些大型的固定污染源以及其他各种污染源，这是全民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一起要共同来面对。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其实就是说，像刚刚很感谢刚刚那个洪委员讲的，就是说希望用冻结。其实我们一直最近等于可以看到，就那个刚署长已经提了，其实我们这时候那个除了清净空气行动计划之外，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内，我们会在蔡处长跟我在署长领导之下，我们会在积极的就推动更多可以希望可以有效改善中南部的那个空气污染的这些具体的行动方案出来。那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主席最关心的这些一二期的大型货这个柴油货车
的那个希望可以加速淘汰，以及三期的那个货车、那个柴油货车可以加装利恩去。好，那刚刚署长提到了，我们希望在各个那个港区里面成立这个空品禁区，然后有做更多的那个配套的这个措施。那这部分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经费。那我们的经费，即便是给地方提供一些创新型的这些计划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具体明确的这个审核的那个标准。好，以上补充，谢谢。好，来，还有吴坤宇委员。我们等一下吴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就稍微休息5到10分钟，让因为这大项有九个委员提出来了哈，所以先保留，让你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嘿，来，好，那个吴主席哈，那我们请李署长哈，还有蔡署长，如果詹署长愿意，詹副署长愿意可以上来哈。我想是肯定哈政府的作为啦。那首先请问这些钱是来自哪里？是空屋基金呢，还是含有公务预算这样？空屋基金，这部分应该都是空屋基金。就4年里面有交300亿的钱，这个部分都是空屋基金。好好，所以这个钱就是说，即使不用，也没办法回到公务预算，因为这个空屋基金没有，这是基金预算用嘛？对对，所以就没有刚刚李彦秀李委员讲的，就是说让万一财政不好，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回公务基金。公益算了哈，这两个是不同，但是我们当然是要每一生人的话就肯定用，这是一定要的，好，一定要的。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三位都是比较新的，好，在空屋方面是比较新的啊，新就任啊。那我不知道说，请问三位了不了解，就是说过去在地方环保局最忙的科是哪一科了？最辛苦的科是？我请蔡处长，他靠老经验来说明一下吧，请在这。其实哈，这个照我的经验是，第一个比较忙的应该是会管科了啊，第二个就是空照科。那会管科只要是垃圾有问题的话，他就很麻烦，所以他大概是第一线。蔡处长，熊博应该在是空保科啦，因为每一个哈空保科以成龙都追哈，对，啊，大家今天是一个承办人员都要兼好几个计划了，真的是很忙。是，所以现在就是说，不是说这。20亿不好，让各个地方政府去拿创新计划都很好，这个很好。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专业人员，没有增加，你个警察，因本来就已经做无用啊，你个警察这个业务落去吼，执行效率就出问题了。多谢委员指教，所以我们现在有检讨，全国的环保局长的这个会议啊，有检讨，大概也要减少掉15项的相关的报表。好，另外我们也在要减政，包括一些尤其像委员所讲，现在空气这是这天下第一要紧，好，天下第一要紧。除了废水，还有这个废弃物也一系列的要处理，事业废弃物、家庭废弃物、底渣、炉渣，这个都全套在处理哈。但是里面就是以这个空气污染是真的是急迫又重要。好，它急迫又重要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把一些不相关的业务啊，主动的我们检讨之后要把它。废除，因为有的旧的事项就给它检讨，就把它废除，希望减少地方还是全国环保人员的一个业务。怎样？嘿，苏立武接着讲吼，咱都讲了，什么原因走行了？我想詹副署长跟庄秉杰教授应该是很熟嘛。他不久前哈，可能去年吧，还是今年年初，他的模拟研究结果，第一排放 PM2.5 第一排放源是硫氰，第二大的污染源是台化，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第二大污染源已经停止运作了，空气污染并没有改善啊，好，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很多的事情，一定要好好检讨，好，不是说我们没有做，但是我们做的效果跟实际污染源控制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或是我们的学者专家，因为国内只有几个人在做模拟嘛。庄秉杰老师、吴颖老师、张滚辉老师嘛，这三位在做模拟而已啊。那到底哪一个人模拟对的是对的？那我们跟他讲啊。所以科学的研究就需要接受 PM2.5 的检验啊。至少已经有一个人证明，咱实际都台化停起来，第二大污染源停啊，空气品质也无改善，至少证明一个唔对去啊嘛，还佫剩两个，到底这两个对一个是对的，咱嘛应该爱来。Okay。我想讨论这个，好，我们无论即摆只钱开了，根据模拟的结果，不听嘛无效呢。为行政做要用口号做基础了哈。不，这些地方政府
因提出来计划嘛，是拢根据这人模拟的结果呢。吼、哦、啊，所以你设计这计划，所以这是我真烦恼的所在。吼、哦，就是讲，咱即摆拢根据因这人模拟的结果，按呢根据是啥？咱都有一个证明唔对啊。吼、哦，至少有一个讲台茂地有大污染源，一停或空气改善偌济，啊，结果实际证明都。唔对诶，无论吼，所以学术的物件就是大家必须要不断的激荡吼，互相啊，而且咱用完邀请外国的专家吼来一起。无啦，因为咱台湾吼对这科学，伫媒体大家拢专家，但伫真正学术上，这个看伊的假设是啥，伊安怎伫模拟伊的数学模式啥，这当来讨论呢，实际上咱唔敢去验证伊的，唔敢去证明讲伊安尼对对啊唔对嘞。对我来讲。我咧感觉这个模型，你也看看伊一个讲台化是第二大污染源，这个老师，伊假设所有 SARS、NOX 拢会变作 PM2.5， 这假设都唔对啊嘛。啊，这个假设就知影讲这个模拟是唔对的，对吧？啊，这是咱拢唔敢讲尔，咱拢相愿，含环保署拢相愿。我伫顶会议就请前环保处处长陈处长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看对一人是对。开会了嘛，拢无结论呢。好、哦，我想，咱若要安尼个做落去，要根据这无根据的模拟的结果来设计这个空保、空污防治的计划，这个物件一定会个出大个问题。这个钱，所以这么侪人来，一二十人来，一单拢开50多亿，你做空污防治，咱看个数据拢改善，但是民众的感受是恶化的，这是咱足奇怪的所在。好、哦，所以就讲，咱若无好好检讨。无法来检讨咱即马咧设计这空污防治计划的基础，这模拟的结果哪一个人是可信？怎么样模拟是对的？那你是适合台湾使用？好、哦，阿伯，咱这钱开通起来白开呢？好，好、哦，这里面这检讨，过来第二项、第三项就是讲，咱过去有史以来咧做空污，拢是补助地方政府，啊，结果环保署拢钱了人无带。加考核尔吼，较早我嘛做过空污基金委员，我嘛去各地方吼、哦、去考核，一当两届，就是安尼尔嘛，吼、哦、啊顶多伊个做了成效较歹，甲补助本来补助60%，甲考一个变55%，吼、哦、还是50%，啊我嘛去地方去考核过，其实做个地方，因为就地方政府来讲，伊会当分35%、40%。诶，钱直接入伊个地方做医生，诶，伊嘛愿意保持伊个污染物的排放呢，因为这对伊来讲，地方是足大的收入嘛。吼、哦，所以过去其实伫空气污染的固定污染的减量，其实无真真正的减量。吼、哦，下面啊，过来就是讲检测空气固定污染的检测是厂商去请人来替伊检测来申报的呢。所以这物件厂商申报的，真的能够代表它真正的排放量吗？这嘛是可以啊，所以咱这个开钱的过程，所有的程序一定一步一步爱来检讨。咱过去做无实在、无确实，这钱是拢其实白开。好、哦，又是固定污染源的，我嘛较早是看较歹听，我伫高雄市去壳牌迄个重油厂，明明伊都烟囱几啊支排放量伤高，啊，我就对空保科、空保因个空保科去交伊讲，讲污染源爱减量。厂商都讲，歹势，我这烟囱安尼吼，用有困难，到尾嘛拢不了了之啊。所以今天这样，固定污染的减量过去是无确实的减量，但是厂商每一遍报起来的数据拢有减量，我嘛足奇怪，这厂商这么牛，唔免采取任何的改善措施，经由检测就可以减量，这么牛诶。这个五元，咱这卖也无同款系统落去，包括可比用督察总队，无同款系统，嘿，对。该当然有做起来，咱拢也不会包庇了吼。无啦，你就抓，咱抓袂到啦。你做起来，咱就抓袂到你嘞。好，过来就是讲，咱袂使钱补助落去，咱中正拢加考核以外，拢无办法。好，因为咱把知影讲，专业人才，遐个好专业、优秀的专业人才，伊要来台北，伊要来新北，可能去台中。高雄，但是咱其他的管区就欠缺空保空污工作的专业人才啦，所以你甲钱甲开了甲补助落去，真正是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尔，
一定要抱怨呢，伊工课增加足多，吼、哦，伊无落做，吼、哦，爱就甲请顾问公司，啊，顾问公司伊都有钱通赚就好，吼、哦，所以你也甲单纯的补，纯粹的补助，我会做烦恼，所以我现在三要冻结就是安尼，吼、哦，咱来面对是现实，地方政府，伊个你是讲分林、南投、彰化遮，包括台中市的专业人员拢做有限呢，吼、哦。所以咱若无来解决遮个问题，咱真直直甲落落，安尼是浪费啦。吼、哦，我毋是讲钱唔好，开钱唔好，安尼是真好。咱愿意来做，钱要甲开落是做好。等下苏克讲遮配套措施有出来无？咱若地方政府无专业的经验，你讲嘉义市、嘉义县、吼、哦、分林县、南投县、彰化县，遮物件重灾区啦，但遮都无专业的人员啦。你甲落遮个侪钱落去，结果浪费。所以，咱若无中央政府来个资源支援专业，唔是讲请专家学者来个审计委呢，唔是安尼啦，哎，绝对做袂起来。吼、哦，一定爱专业人员落去甲人斗做、斗规划。吼、哦，啊无安尼，真正做袂起来，歹势。哎，那个环保署这边哈，就是针对33案一直到41案，包括42案林淑芬委员的。大概都是针对大概对地方政府补助的这一块，尤其特别是在创新型空气品质改善计划都有一些疑虑了哈，所以删减的不少，冻结的也不少。我们先休息10分钟呢，请跟在座的委员再做一下沟通。那李彦秀委员刚刚有20案，好像您那边还有保留意见，也请跟委员再沟通一下。29案哈，就刚刚委员不在，所以有些案子都保留了，所以再跟李彦秀委员再做一些沟通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哈，谢谢。
好，好，来，我们处长，跟各委员协调的结果有没有结果？现在在我们先看看那个零五的部分了哈，就是从三十案，三十几，三十案哈，从三十案开始哈。三十案已经处理啦，现在是从三十三案啦。三十三案哈，三十三案，对对对，从三十三案开始哈，一直到四十一案，四十二，好，来。四十一案哈，那四十二案好像临时问题还在沟通，是不是？对，还在沟通哈。那然后到四十一案的部分哈，就是跟大家委员沟通的结果哈，就是减列一亿，减列多少？减列一亿，冻结三亿，冻结三亿。对对对对，减列一亿，冻结三亿。大家可以同意吗？我确认一下啊、哦，蒋委员不在 ，OK 是不是？那李彦秀委员，这个决议可以吗？减一亿，动三亿。好，这个项目哈。那陈一鸣委员的，陈一鸣委员不在哎。好，好，那再来是蒋委员也一样，这个项目 OK 哈，我们就一起了哈。OK 哈，那再来是陈英委员 OK 吗？哈 ，OK。然后吴坤义委员也可以哈。好，黄秀芳委员也可以哈。那也是吴坤义委员四十一案也可以哈。好，那个林静怡委员是跟大家一起合并也同意了哈，所以是减一亿动三亿。好，都动减跟减是在捐补助的部分嘛哈，都是对地方政府的捐补助的部分哈。好，好，那再来是四十。二案的部分，四十二案的部分跟委员这边沟通的结果就减列两百万。好、啊，来那个，主秘我再要求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修正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检验及处理办法第十条哦，你们要去确保柴油车定检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大家检举空污有奖金，它是用目测的。结果呢？这两年来哈，检举七万件哦，听好，然后通知来检验的只有两万件，然后呢，我是要讲这个对地方政府啊耗费很多的人和资源，就是说你检举了七万件，每件你都要有人，要有时间，要出审，要查核，要通知，然后最后七万件花了这么多行政成本以后，两万件通知来检查。两万件来检查以后呢，只有一千辆不合格，所以这个到最后筛检出来是 1.4% 是不合格。可是真的问题来了，说为什么不合格率？通知检查两万，不合格率就只有一千呢？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个机车委托机车行的检验站呢，都会教他们调整一下，然后就通过了。那这个问题是？普遍性的大问题也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你们来告诉我们说，那大家都捡便宜，为了领奖金嘛，好捡便宜的，只要看到机车冒黑烟就检举，好，然后可是呢，对于柴油车，大家都在讲贡献污染贡献度最高的柴油车，却没有人要去处理，然后这个。奖金奖励的制度也没有用，所以柴油车最后造成空气品质恶化，结果检举而完成的检测次数才188次，好，就是以去年为例，才188次。所以这个的确在方法上，还有一个结构根本上，制度面机车行代检的这个问题，的确有问题的。我不是说检列了就好了，我们希望。机车行教人家调好，然后验及格，然后出去又开始不及格了。这简直某种程度也是在作弊，或者是说柴油车事实上因为检举而去完成检测的量太不成比例了。所以这个检举奖金的制度最后变成什么？变成检举达人领钱的一个方法，更甚于解决真正的空气污染的问题了，是这样子啊，不是只有检列就好了，要去想办法解决哦，谢谢。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这个是减列两百万。减列200万。好，那我们是这进行到43案，杨耀委员是针对这个项目改成主决议，好。那再来44、45，空气品质。关于44案跟45案已经达成共识，合并然后减列110万。减列110万。这是减列在专案服务费上面。好好，这个杨耀委员还有刘建国委员，四十，好 ，OK， 来，那接下来是46、47，这个也是也是奖捐助奖补助的部分。是另外一个向下了哈，那是谁要说明？46、47，2亿1500万里面有一项。各位委员，大家好。46万跟委员办公室委员这边协调的结果是冻结2000万，科目自行调整，不删除。好，不删除。那47呢？改组决议。是没错哈，刘建国委员的助理。有哈，对哈，好47没错哈，改成主决议哈。好，那接下来就是到08了哈，空气品质的管理48案，王一鸣委员这边，这是一个大项，他冻结2亿，他人不在，有协调过吗？这个还是要保留。跟委员那边协调的结果是冻结2000万。冻结2000，王一鸣委员的 OK 哈，冻2000哈。好。那49案，杨耀委员是改成主决议。对。好，那我们进入到50。50案是改主决议。也是改主决议。那个，对哈，好。那再接下来是51、52，是有也刘建国委员这边是专针对空气品质管理的专业服务费，跟黄秀芳委员的。这部分各减列1000万跟冻结1/5。51案的部分就是减列500万。减500万。那52案的部分改冻结20/1。改冻20/1。好。那 OK 哈，那个秀芳委员这边 OK 哈，那刘建国委员这边是不是 OK？OK 好。那接下来是53案，53案是针对蒋委员是针对这个训练哈，管理实务训练177万，要求全数减列的部分。这部分改变51万。53案变51案。变51案是不是？对，变51案就是减列500万，然后不指定项目。不对啦，怎么会减500万？那个就是变51案并没了、啊，这等于是撤案，他才100多万呢、欸，对，啊，是有没有主决议？原来写的是改主决议，是怎么样？53案，蒋委员的助理在不在场？好的，是改主决议是不是？还是要撤案？那是不是改主决议？是不是可以改主决议？是，对的。哦，是大项里面的，就是对，原来是大项里面就对了哦，是跟51案 ，OK， 好，原来就是要并51案哈，这是大项的，好，并大项里面减500万，对对，好 ，OK， 所以这个部分再帮忙修正一下哈，好，那我们进入到54案，陈一鸣委员这边也是蛮大项的，7亿多的减列979，然后冻结2亿，这个部分有沟通吗？这一部分沟通完了，是冻结1000万，冻1000万，对对对对。陈一鸣委员的办公室，没看到人了、啊。对啊，对啊，没有，冻结1000万，一般都要确认一下，对对对。好，就
动1000万哈，那如果助理有在现场也确认一下哈，那没有就到时候你要自己来翻案哈。好，那再来是55案是杨耀委员的这个专业服务费改成主决议，对，这边改成主决议，对。好，那56案杨耀委员的有关购置无形资产，这一部分改删110万，改删100，减110万，对，好。好，那下面就是回到进入下一个议题哈，资源回收管理基金。好，那这个是洪慈庸委员的部分，是针对印刷装订及广告费3-300万。不，57案上次跟委员办公室那边协调是减列100万。减列100万，好，是哈，好。来进入到58案。58案跟委员办公室协调改成主决议。改成主决议。那个吴坤玉委员，这个案子是你的 ，OK 哈，58改成主决议，好，来，那进入到59。59案跟委员办公室协调是减列150万不动，减150万。150万，150万。好 ，OK 哈，好。那再接下来是60案、61、62，有黄秀峰委员、还有刘建国委员跟杨耀委员有关这个印刷、装订跟广告费。对，这个跟委员办公室协调是这个并案减列150万。减列150万。好，所以秀峰委员跟刘建国委员 OK 哈，然后杨耀委员 OK， 因为我们有他的资料。好。再接下来是63跟64。63案跟委员办公室协调是不删不动，并116案主决议办理。并哪一个案？116案。116案主决议。哦，这怎么并啊？他是这么讲啊。其实这个案就撤掉了，撤案了。反正你116案有处理，有这个主决议。有。好，那这个是变意思是撤案的意思了哈。好。然后那个64讲完委员的部分，就是改成主决议。改成主决议，好 ，OK， 好，好，那确认哈。那再来是65案，65案跟委员的，这个是撤案。好，撤案哈，洪委员对哈，好，撤案。那再接下来是66跟67，刘建国委员跟吴怡群委员的提案来。66案，我们刚刚有跟那个委员。那个办公室那边协调是建议减列100万，减列100。好，那我的这边，你希望我只动100是不是？对。你们那个轮胎去化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啊。对，目前积极在办理啦。我刚才有跟委员报告哦，有一个地方已经去跟他们协调过，那最近要找当地的民意代表哈协调了。啊、另外、哦、在处理厂的部分、哦、有一个一家2800吨的、哦、在11月底完成试车、啊、上礼拜提出完成报告，这个礼拜如果顺利、哦、在处理厂的部分、哦、会增量2800公吨以上报告。大概轮胎去化的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有告一段落？就是至少积累的这些会轮胎。11月底、12月底应该都积累的应该都。到12月底，现在已经12月。不，跟委员报告、哦、就是每月产生出来的都可以去化了，但是就是过去哈、哦，1到9月这一段期间哈、哦，累积的大概4200吨破碎的、哦嗯、我们就在协调日本那边要出口了。嘿，价钱如果不好，谁让你？哎，我跟委员报告、哦、国内目前有2个 team 哈、哦，一个 team 哈、哦，好、哦、提出高于另外一个 team，、嗯、大概每一公吨差了10块美金啦、哦，啊，所以造成日本。在那边留意啦，哦嗯、一公吨差了10块美金啦。那我上礼拜去是说去出国还是有可能的。有日本愿意啊，但是就是2个 team 哦，处理厂开出来的价码，有一个 team 开的比较低，有一个 team 那个大厂开的比较高、嗯。但是日本是希望往大厂那边哦、嗯，直接去买、嗯、比较有保障，所以这个我们积极在协调。以上。好，所以预计这。让我的检讨哈，好，反正我再动100万。对，谢谢。继续监督哈。对，好。哎，是你也是，你不是删吗？删100，先保留。
好，先保留。好，先保留。好，那接下来是68案。六十八案跟委员这边协调的案子，减列900万。减列900。对。燕秀委 ，OK 哈，好，减列900。再接下来是69案，黄秀芳委员的改成主决议，是不是？对对对。好，那70案、71案，杨耀委员，70案改成主决议。主决议。好，那刘建国委员的部分呢？71案320万。320万。那个。不是，71案三二十。71案320万。70案改成主决议。对对，刚刚70案是杨耀委员的，是改主决议。对。然后71案是刘建国委员的，是320万。对，没错哈。对。好，那接下来是72案，跟王玉明委员的专业服务费，跟那个主席报告，跟委员会报告。那我们跟办公室协调结果是冻结200万。冻200，王玉明委员的办公室在那边 ，OK 哈，好。那再来是李彦秀委员的，这个是材料及用品费121万，就是减列20万，减列20哈，对哈，好。那再来是74案，有关接下来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哈，是来这个是74案黄秀芳委员的案子是主决议吗？是改成主决议，他为主决议，好。来进行到75案，杨耀委员的350万，杨耀委员的是350。等一下，对哈，350好，那再来是7677，是秀芳委员跟吴怡晴委员的，来这个是有关土壤的。那76案跟黄委员协调是100，那77案就是吴伟宁这边哈，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冻结330，然后加上主决议，那请委员来支持。好，这个部分因为土壤污染的部分有6价格跟3价格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赶快做分级的管理啦哈。好，我这边就冻330哈。是，好，谢谢委员。还要再加一个主决议哈。好，那接下来是7879，有关这个调查啊，都是旅运费的部分哈。是。刘建国委员这边要减列50万，然后杨耀委员也是减列50万，来，是这个是78。那两位委员是协调结果是改为主决议，都改成主决议哈。OK， 好。好。那再接下来是80案，王玉明委员跟81案，陈一鸣委员针对专业服务费的部分，1亿4402万5000，建议减列项目。那有沟通吗？那是跟委员办公室两位委员办公室协调，结果是减300万。王玉明委员这边减300万，还是一起？然后陈一鸣委员是也是减300万，是一起吗？一起。一起并案嘛，并案减300万哈，所以没有冻结的哈。是，好，这个有没有问题？那个王玉明委员这边 OK 哈，然后陈玉明委员这边，这个项目跟王委员的一起对，好，那我们就是一起减列300万哈。是，好。那接下来共有5案呢，哈，82一直到86案，哈，有关李彦秀委员、刘建国委员、陈一鸣委员、黄秀芳委员，还有林淑芬委员，都是在这个这个土屋这边捐助及奖补助跟奖助的部分啊，7亿多哈，7亿6380万，那各项的减列跟冻结有没有沟通？还是委员们要来是林淑芬委员？不好意思，我刚刚没看到李彦秀委员，还是你上来了，来，李彦秀委员，嗨，我必须要讲一下哈，因为我特别调了一下他的细项土屋基金的部分哦，他从104年到105年、106年，土屋基金执行的方式跟他计划的内容哦，当然我现在还继续往下再调，因为这个我这一次预算审的非常多哦。所以我刚才又交代下去调。我个人认为哦，
土屋基金每一年大概有将近7亿多到8亿的预算，但是每一年执行，它这只是计划，它并没有改善所有工程，没有牵涉到工程的部分哦。那每一年各县市土屋基金的监测计划都在做，譬如明年到明年，明年初，光是全国22个县市，我们就编了2.8亿要去做地下水跟污染的例行性补助地方的查证工作。那底下呢？我们又有中，包括比如说像高雄仁美地区，包括台塑这些地方的这个土屋的监测工作计划，很多我都认为重大的部分事实上都是例行性的，但是各县市是不是都需要例行性的每一年都做？我觉得现在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政府的裁员事实上有困难哦，有一些地方事实上它没有太大的工厂。没有什么，它就是纯住宅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去简化？政府要必须要去瘦身来做。那有重大例行性的有工厂的地方，我相信这个 大概都在列在它每一年的例行计划当中，我们都有补助在做。所以我觉得这一笔预算当中，我的建议是，应该要删减6000万，冻结1亿。那我必须还是要再讲第89案当中，我刚才有谈哦，包括土污染、地下的土污染跟水污染哦，我个人都认为，现在很多县市是农地公用，政府一部分要去改善地下土质或水质，但是我们又放任着各县市政府农地公用的部分污染不改，那我们每一年编列相关的预算基金去处理这几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不对的，也不合理。我想署长很清楚，之前我也听过林淑芬委员也咨询过相关的议题，在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我每一年都在用基金去改善。那但是各县市政府执行也不利，又放任农地公用工厂的排放，那每一年编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以上，所以我还是坚持，维持我原来的删减数跟冻结数。以上。那来说明，是不是可以委员跟您说明一下哈？那刚刚那个我有提供资料，那只是有一份资料，委员希望能够更详细一点。那这个2.8亿呢？我们这个7.6亿里面大概有4亿是做那个农地的改善，那其他3亿多呢，就是其他事业场址的。那事业场址部分呢，绝大部分就是污染行为人他会自己改善，但是他需要提计划来这个让环保局审查，以及环保局平常要去监督他有没有按照计划执行。所以这个2.8亿呢，就是在请县市做这个部分。那其他的部分还有就是有民众陈情或者是要去做这个定期监测的部分，需要这个钱。那当然有些工业区它是这个污染场址比较多，可是都会区里面呢也有加油站也会有这个污染情形，所以请委员来这个支持。那因为这个预算呢都是要来去做这个整治调查的，那跟我们环境比较关系，那是不是可以请委员来支持？好，那个林淑芬委员，哎，我是讨论过预算冻结数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讲哈，这个预算冻结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确发现土屋整治有几个核心的结构上的问题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说，我们都知道土屋大部分都是从灌区灌溉的水源来的，污染是居多的，好，那一发现需要变为污染场址，然后要整治以后呢，整治完补助完再污染，这个问题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嘛？因为从水而来，只要水你是用这里的灌溉，污染整治完了，然后你再合格了，花了这些钱了，它继续再污染，这个问题怎么办？第一个，不过问个完结的啦哈。林委员讲。第二呢，我们的污染整治啊，已经是非常产业非常成熟了。成熟到土基会里面呢，都愿意到中国去交流，因为生意足大，要去做甲中国，连中国的技术拢要来甲台湾学啊！啊，台湾一挂技术呢，大概我讲说产业其实发展的好，我就不讲那技术是什么技术了哈。但是呢，我要问的问题是说，但是我们现在的污染的整治啊，所有补助里面，他们所提的整治计划都还是最核心的那一种，最主流的。都还叫做翻土稀释法，
翻土清是到底是不是污染整治最好的方法，那我就不予置评了。但是我要讲农地整治的目的在哪里。如果农地整治的目的是要它变成一块能够生产安全粮食来供给这个国家和社会人民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么翻土稀释法好吗？那么污染完以后然后继续污染啊，这样子怎么办？我觉得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啊。谢谢委员的指教，因为时间的因素，我很简单。第一个，我们希望处理完之后，将来和农委会之间灌排要分离。好，这个在农委会。这个可怜啊，这代志是农委会，所以今天你讲是农委会都不可怜。所以说，因为环保署一般的管后端就两个前端，一个是经济部，经济部已经时效，就是已经有100多家已经移到彰滨工业区。第二在点头，像这起小。我来，你跟我一起东西二三郡的个案问题 啊。一个是这个，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叫做水，黑的叫做水什么？水那个不是又是水机关那个水整个区的。总量管制的哦，几个方案在做，所以你跟我当然是不希望说它整治好了再又继续污染啦、所以一个是经济部这边要把工厂移出去，不要继续在那边的。第一个，第二个农委会的灌排分离，这东西经费真大，所以得补回中间，我唔做出来。所长，因为问题是你讲的这个问题，暂时短时间内农委会跟经济部拢无法都做得到嘛？你讲的讲大大多数东西二三郡的问题，东西二三郡因为检察官盯着，所以有些业者呢，他们的确放弃了跑到彰滨去。不过全台湾，桃园跟彰化啊，台中，你看，所以中华通行都是咱环检检的机制，因为你督察总队和检察官。包括啊，我唔是问你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就取缔，问你取缔这个，我宁可说回驳到底要违法走，我们叫我到一方面这边取缔很严格。我另外是来问你讲源头的水污这个问题啊、其实虽然有一些地方是 OK， 在做总量管制了哈。但是我们要看总量管制效果如何哈，你要跟回答我这样子，要继续追踪要看总量管制效果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们是把总量管制的模式更全面的推广出去。以彰化为例，可能就不只是东西二三郡，那是不是还有别的？以桃园为例，是不是除了新街西，是不是还有别的？如果有效的话，那如果无效的话，那怎么办？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要作为一个农地重新再生产出一个安全的粮食的为目标的话，那么翻土稀释法是不是最好的？这两个阶段哈，这绝对不是最好的方式哈，所以他要配合说，第一个，它污染的浓度的情形，所以因地制宜，因浓度而制宜。我们希望说，它都是能够把它移除是最好的方式哦，这第一点哈。拍起来，因为时间的关系，主席我来跟他讲。啊，在其他的，他绝对在搭配。最近两个礼拜前，那个检察官针对污染事实给你告发了，你继续污染，直接来关起来。所以，我和法务部就是这样来做，就是、说取缔非法，那鼓励合法，移转到工业区。我来讲，我的拢讲别人的代志，我即摆是讲。我当然，我无讲全部。我即摆讲。污染了，搁再污染，啊！然后那个都要改一翻土稀释嘛，无好钱，那个也开起啊。所以以这种重复污染的，是不是要考虑直升萃取法？刚才讲进球啊，一年减和进二十年。直升萃，它其中。所以你要去鼓励这种机制出来。它是其中一个方法，它是其中一个方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这一种，你就干脆不要再生产了，你就全部拢进球啊。那你怎么鼓励这种直升萃取法？这种东西，因为这个钱就不会到业者手上啊，这个钱会在那个钱会在农民手上。有生命力在农民手上。我现在看到的现象，的确是整次的经费都在业者手上，所以大家有得被垄断这一笔整治经费。大家拢安尼翻土稀释法，下卡冰块头顶胶胶的浓度的稀释啊。委员说这些啦。所以你要有策略，要有政策手段。袂使个借钱去政策五个即群人，永远拢即群人来领。所以呢，一再的污染重复的话，你要给农民去做种植，规做起树林嘛。这点我严格要求。好，就是安尼啊，我说爱改是咧，你做会到是伫遮。谢谢。你做袂到就莫去讲啊，迄别个驳回代志啦。我是意思是这样子。好，谢谢。你要想一个，我说我们要做一个，是不是要做一个主决议啊？好了，好。还是要冻结一些好了，冻结一些啊，简略一些，冻结一些啦。主决议啦，主决议哈，主决指示方向。还要冻结，还要主决议啊。
那个邓姐刚才说那个，你呢？你要动多少？安尼买啊，安尼袂使，我愈想愈感觉讲，咱那无领金者袂使，五千，冻结五千呐，五千是二十分之一，好不好？三千五好了，三千呐，三千八啦，三千八啦，好啦，要做一个主决议出来，好。好，所以这个项目，八十二案，到八十五案，原来都是要减列哈。那刚刘建国委员这边提到说他要保留哈，那刚刚八十二案李彦秀委员说要减列一千万，你们有协调好了哈？他刚刚啊没有啊，可是他刚最后走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跟我们讲了说要减列一千万，同不同意？他同意。好，那是不是八二、八四跟八五就合并减列这个一千万？好，那刘委员的就先保留哈，因为他说要保留。那刚是林淑文委员八十六案是动三千八百万，加主决议。主决议可能要尽快的送上来。来，那个修煌委员这边是怎么样？要对八十五案嘿。那个署长。刚刚那个林委员哈有讲到彰化这边的东西二三郡的沿线的这个农地的污染嘛哈，那现在工业区这个工业局这边也在研拟，就是说在鹿港区哈就是水五金的专区嘛哈，那水五金的专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重点哈，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农地嘛哈，那如果说这个专区设了之后，他们的废水你们这边怎么去监控？这谁可以回答？来，叶处长。跟委员报告，因为他现在水五金还在规划了哈，我们是建议工业局是应该要划一块，这个废水联合处理的一个用地，让这边能够集中跟工业区一样集中处理，而不是说个别业者在个别处理后再排放，因为这样子实在是。稽查不太容易了，所以现在行政院还在审查，我们会朝这方面呢跟工业局这边来建议，应该有一个联合污水处理厂的设置。好，好，我希望环保署这边要坚持啦，因为如果说专区你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废水处理厂的话，让这些厂商自己各排各的，我觉得那个以后污染会更严重，好不好？对，好好好，谢谢。哎，那个黄委员，你是要动跟淑温一起动，还是减一千万？就因为那个并案处理，就是减这个项目下一起减，嘿，还是你要并那个淑芬委员动？哎呀，要减或动啊？并啊，好动啊哈，好你动啦哈，好。呵，跟那个八十六案林淑芬委员就是一起动三千八了哈，这样可以哈。然后刚的八十二案跟八十四案合并啊，就是动一千万。那那个八十三案那个刘建国委员是保留，啊减，对不起减一千万啊，对不起。好，那接下来是八十七案杨耀委员是改组决议哈。那好，八十八就是水污染防治基金的，来又换人了哈。来，这个项目是王益民委员的部分。八十八案这边跟王委员这边共识就是减五十万，科目自行调整。减五十万，好，科目自行，好，没问题吗？啊，没有，八十八案呢？是减五十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呢、啊？三一百呀、啊，好，好，三一百，是一百啊？刚刚讲不是五十吗？减三一百，好，减一百，三一百的那个是一百零一案呢、啊？哎、哦。这资料有点一直，这个八十八案哈，对吧？那个助理讲对了，减五十对哈，对减五十啊，好，因为跟这个资料又不太一致哈，所以我必须再确认一下，好，因为至少要跟这个也吻合嘛哈，那个又不吻合，哎，好，那八十九案李彦秀委员的部分，是减三百万，也是科目自行调整，减三百万。对哈 ，OK， 好，那再九十案，黄秀芳。九十案是减五十万，然后在这个整个水污染防治计划里面向下来科目自行调整。好，对，好，秀芳委员，对哈，减
在水污染防治计划，就是整个计划大 大项里面去自行调整。好，那再接下来是91案，有关林静文的。91案是改为主决议。改成主决议。是。OK， 对。好，那9293杨耀委员跟刘建国委员，刘建国委员之后保留了，那杨耀委员这边。跟委员报告，92案经过协商是减列11万。减列11万。好。好，因为刚刚那个刘建国委员说他保留，好，好，等那我们进到94，也是杨耀委员的专业服务费要减列120万，经过协商是减列110万，也是减列110万。好，94案是减列110万。好，那再接下来是95是陈一鸣委员的这个专业服务费，还有这个部分，来是。减100万，减一百万，那科目自行调解。不动，好，这是九五，九六是改组决议，改组决议是好。那接下来是9798，九七跟委员办公室协商是改组决议。建国委员的 OK 哈，组决议。好，陈一鸣委员这边呢？98案跟委员办公室协商是减列100万。减列100万，这个 OK 哈，资料有过来哈，好。那再见啊，九十九案。99案跟委员办公协商结果是减列70万。减列70万，好 ，OK。杨耀伟的哈，这个没问题，杨耀伟都有资料过来哈，好。接下来是100案，陈一鸣委员的，跟委员办公室协商结果是减列100万。减列100万，哦，他资料有过来了，好。好，那接下来总共有4案哈，101，101案跟王委员102、103、103办公室协调呢是并100案3减100万，就是并第100案呢哈，乘100案的陈一鸣委员的这个案子一样是3减100万这样子。对，好，合并哈，好，100案跟101案合并减100，好，好。再来看102到105啊，都是同一个项下哈。那这个是有关，也是捐补助运用经济诱因，鼓励民众参与环境教育的环保行动。来，这个1410万元，李燕秀委员这边。并案处理哈，是102案到105案全部都已经跟各委员都已经商量过，都并案处理。然后就是3减列100万。减列100万，然后再补捐助向下做调整。补捐助向下调整，好，等一下我确认一下，谢谢李燕秀委员这边，啊，来，对 ，OK 嘛哈，李燕秀委员这边 OK， 来，103，洪慈庸委员这边减100 ，OK 哈，那黄秀芳委员这边，秀芳委员这边减一，合并减100，好，那再来是蒋万安委员，对哈，好，那。减在捐补助，嗨，淑芬有意见下，这不是，不是你没有按，哎，这不是你的案呢，还没到你的案呢、啊，还没到你的案，好，我们现在到105，嘿，好，来到105哈，那就是跟大家再确认一下，102一直到105啊，总共有4案减就是并案减100万哈，然后减在这个奖补助的部分哈，捐助补助跟奖助的项下啊、哦，好，那我们进行到106跟107，好，这个是印刷广告会的部分，来，106跟委员办公室协商结果是减列100万，减列100万，那107也是减列100万，好，那我们就合并啊，减100，好，好，秀芳委员没问题哈，好。那再来是108，108跟委员办公室协商结果也是减列100万，也是减列100万 ，OK， 好。再来是109，来，109上次有跟委员那边有说明过，那大概上次谈的数是减列300万 ，OK 吗？300万，好。我难得署分委员同意，嘿，来，个盖要记得卖个软啊，哎，来。接下来110一直到112啊，有关温室气体管理基金的部分啊，这个大项下2亿9600万
三千元，好，各有减列限数。李彦秀委员这边，按下，冻结两千万，然后所提的报告是低碳路径政策报告，冻两千，好，还要一百加个主决议是不是？还是就是他文字上、文字啊，就是那个动解冻的条件文字要是啊，文字修文字、就是、好，因为能源政策这个部分不属本属业务范围，所以就低碳路径做专案报告。一百一十一案呢，谢谢钟委员，那我们是冻结两千万，也提上述专案报告。那一百一十二案，谢谢吴委员。那我们是冻结十分之一，也提专案报告。那一百一十三案是减列两百万，一百一十四万减列一百万，以上报告。等一下啦，太快了，嘿。一百一十案冻两千万，一百一十一案冻两千万，一百一十二案冻十分之一。一百一十三案，来，一百一十到一百一十二，我们是不是一起合并？哎，合并，哎，我的十分之一是多少？两千九百万，嘿，比他们动了两千万还多，哎，是，好，所以，对了，你要这样讲，一直往下走，我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谢谢委员给我机会，拜托委员，我们这个就动两千就好。好，就是这三个案动两千，好，谢谢。好，但是我有一个文字的修正，好，哦，我提了一个文字的修正是。解冻条件的文字修正，我刚刚有送上来了哈，有跟你们沟通过了，有关修正解冻的条件，就是请提出各部门检办公室尽速在行政院相关会议中提出各部门的减碳目标，包括能源部门、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废弃物部门哈，然后再来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能够进行碳税跟能源税征收的政策建议。好，那送本委员会来报告。是，好，研议啊。好，再写研议是不是？是。再写研议，那文字要再修哦。不用修，不用啊、哦。好了，意思是研议。好，来，那钟委员，哎。好，谢谢啊。我想啊，针对刚刚的提案的冻结，我没有其他意见。OK， 我想。今天最主要是针对环保，我想大家对环保署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期待，尤其是对于基金未来的一个运作，我还是会建议署长，你应该感测的部件物联网，这个我上一次跟你特别提到，你也同意，那其实我们的基金是可以做，要这种感测的一个部件的一个物联网，另外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然后精进一些的才华的一个机制啊，我想当时你都有同意要做，那我是不是请署长也做个说明？因为大家从头基金大家都遵照您的意思 啊，很感谢，真的是感谢钟委员哈。这个部分因为有几方面的政策意涵，所以中央也非常支持，就是这感测的物联网 IOT 这个部分哈。像上一次报告就是在空气方面大概要部件一万零一百个哈，水方面大概一千个哈。这个除了说在让包括刚才也有委员讲说，比如说大林埔地方哈，希望就这样污染比较敏感地区就。塞卡巴的技术，哈，比如说这样讲，我想到时候可以在技术面来做机动的调整，哈。另外，在对整个 IOT 这个产业的发展，从刚刚讲是环保面，从产业面对整个国家矽谷计划也有帮助，所以中央对这个是很支持，我们会全力来拼这件事情。谢谢哦，好，谢谢。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审查这个基金或者环保署的预算，其实我们大家的目标方向都是谢谢好，多谢。所以我希望下一次。署长报告是有进步的，好，是有进展的，好，好，谢谢。以上说明、好，多谢，多谢，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刚刚就是一百一十案到一百一十二哈，一百一十案我们合并动两千万，然后李彦秀委员那边有文字的修正，还有吴怡晴委员这边有文字的修正，好，好，来，那我们进行到一百一十三杨耀委员这边的减两百，对哈。
那陈怡明委员这边减一百，减一百哈，资料都来了哈，减一百万，好，好，谢谢。那我们进入到就是主决议的部分，有关一百一十五案陈怡明委员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有问题就上来说，是不是要改？没有，他要文字修正，改成四个月内。不好意思，那个主席这边再补充一下，这边跟那个委员那边沟通协调的结果是加一个时间，就是要求四个月内。四个月内，对。是。没问题哦。是，请问一下。好，那没问题，就修正，应该说这个文字做一个四个月内完成建制哈 ，OK 哈，修文字啊。然后一百一十六案陈怡明委员的案子 ，OK 吗？这是谁的案 ？OK 哈，好。然后再来是洪慈庸委员的，有一百一十七案 ，OK 吗？这是谁的案子 ？OK， 他说可以，嘿，好，可以哈。好，那一百一十八案洪慈庸委员的提案没也没问题，好。那一百一十九案，可以哈，好。那我们第一轮大概完成了哈，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到？第二轮的一个这个刚保留的案子再看一次好吗？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案，就是跟刚刚的后面所有案子，第三案是这个林静怡委员的协调的结果是动十分之一，是吧？对啊，动十分之一哈。好。来，再接下来是好十七案，李彦秀委员刚刚是不是有资料上来？刚上来是第几案？十七案。十七案。哦，刚。十七案。委员，那十七案改主决议。十七案是改主决议，资料上来了哈。好，十七是改主决议。好，再来是二十案，也是李彦秀委员的。对，二十案跟二十一案就并案哈，是，就是减列八百万，减八百万，动五千，动五千，合并动五千嘛哈。对对对对，好，二十跟二十一哈，就是二十是减八百万，然后二十二一合并动五千哈。好，再来是二十九案，也是李彦秀委员的案子，来，这也是空屋的。刚是减多少？减三万还是？二十九案是改减列三万元。减三万。对。OK， 好，减三万。OK， 好，再接下来是，六十六了，已经到六十六。OK， 来六十六。六十六减列一百。六十六减。减列一百哈，来。助理刘建国委员的助理减列一百对吗？六六六六是一百哈，减一百。好，再来是八，八十三也是保留，是刘建国委员的。是怎么样？八十三是土屋的，土屋基金的，有没有跟一起并？刚就是并一减一千，还是要动？跟委员的助理讲，是，他是说委员想要质询，想要质询，那人要来啊，来了吗？没有吗 ？OK， 是怎么样？一起要减还是要动？减一千，减一千，减一千好了，是合并减一千，对啊，合并减一千，我是让他放在减还是要放在动啊？减一千哈，好，好，那这个八十三案就合并八十二案哈，还有八十四案减一千哈，是。好，这合并好 ，OK。那再来是九十三案，这个要不要并九十二案减十一万，可以吗？好，可以哈，那我们就合并减十一万，好，好，那都处理完了耶。哦，好棒啊！我以为中午以前处理不完。好，那我们就要。改组决议的部分有第二十四案、四十七案、五十案、七十八案、九十六案跟九十七案还没送过来，是不是？请各当二十九也是吧？二九。
啊，对不起，十二十九还没送过来的，请赶快送过来，我们要再做印刷跟整理，所以要休息十分钟。我们希望今天十二点半看能不能处理完，好不好？那请赶快，主决议的行政部门要帮忙的，赶快协助处理。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讲一次吗？Charles， 这省基金呢，现在都我接手，哎，对，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哎，你讲，哎，好了，没给，没给，好笑，来，嘿，你讲，嘿，是嘞，没在是嘞，哎，没事，哎，哎，好好好，好好好，他接见他不是，哎。好，嗯，嗯，好好，好好，嗯，对，对对对对，去他们经理部，谢谢，对，嗯，哎，哎，对，有，刚刚并且前面检查说，对，对，对，
哎，按铃一下。好，我们继续开会。那我先再做一个修正的部分。第八十五案黄秀芳委员，刚刚是说，我们并的是八十六案林淑文委员的动三千八百万的部分，这个部分项目要改三一千万，好、哦、做这样的修正，好、哦、就并前面这个八十二八三八四八五就合并动减一千万。好，这个部分做一个修正。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念相关的主决议，请简略来做宣读。第九案，有鉴于高雄市大林埔地区空污严重，建请环保署应用最新监测及资讯科技，针对不同的里林提供及时的资讯，维护民众健康。第十二案，应加强有害空气污染物管制，严厉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氯乙烯空气污染管制标准，落实整体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气污染物管理制度。第十七案，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妥善规划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更周全保障及其后续经费来源，强化安全防护，提升事故应变工作，以降低空气污染及环境风险。第十九案，应针对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建立资讯管理机制，包括完成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申报系统与建构健康风险评估应用系统。第二十二案，环保署应于六个月内研议提出针对一二期柴油车提高相当幅度之空气污染防治费，以增加淘汰的诱因，促使其加速淘汰。第二十四案，环保署执行使用中车辆召回改正计划，应针对机车排气定检站定期评鉴或考核，并让新成立的机车行有机会深设机车排气定检站，以维护机车排气定检品质。第三十案，环保署应针对老旧柴油车之污染改善规划具体解决方案，包含加强柴油车稽查取缔等，并自106年1月起实施，且将该方案提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以加速改善环境空气品质。第四十三案，环保署应提出书面资料说明加强推广环保集点制度之精进做法，以鼓励民众例行绿色生活与绿色消费。第四十七案，请环保署提出书面资料说明加强推广环保集点制度之精进做法，以鼓励民众例行绿色生活与绿色消费。第四十九案，环保署应于准结经费之原则下，加强人员之专业训练，以推动更具成本效益之空气品质管理政策。第五十案，环保署应加强宣传细悬浮微粒来源及健康影响知识，并呼吁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重点节庆期间少烧纸钱及少燃放鞭炮，请农民减少露天燃烧稻草等措施，以改善空气品质。第五十五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应秉准结原则，审慎评估专业治安防护及资讯设备维护厂商提供服务，并于厂商服务期间全程监督管控厂商执行绩效。第五十八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106年全国资源回收率应以48%作为目标值，令澎湖县兰屿乡、琉球乡、绿岛乡、连江县、金门县等六里岛于106年应达45%资源回收率。第六十四案，请环保署加强辅导纳管回收处理业，并督促回收处理业者将资源回收物纳入稽核认证体系管控，以提升回收率，避免发生污染。第六十九案，环保署环境保护基金资源回收管理计划向下编列补助地方政府办理资源回收工作计划，应加强民众对分类方式的认知，以使
资源能更有效利用，确实促进资源循环。第七十案，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编列旅运费作为参加国际会议及研习各国资讯回收等相关作业，促进循环经济，审慎评估各参访研习计划之效益及实际成效，避免浮编经费，以发挥最大预算效益。第七十四案，106年度环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项下旅运费编列475,500元，计划内容包含参加大陆北京两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术发展研讨会，请环保署持续依据对等互惠原则推动办理相关技术交流工作，并将年度执行成果提送立法院涉环委员会备查。第七十七案，环保署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至少一场次相关团体諮商讨论会议，并加强与各界进行风险沟通与协调工作，已尽数完成适于我国并符合风险概念之合理管制标准修订作业。第七十八案，针对业务计划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调查及整治技术工作服务费，是旅运费编列1275,000元，出现公务预算不明及基金预算宽松之现象，应严谨监督，为环保署考量配合国际间循环经济趋势及施政方向，仍需持续执行已建立之产学合作沟通管道，请环保署持续依据对等及互惠原则推动办理相关技术交流工作，并将年度执行成果提送立法院涉环委员会备查。第七十九案，环保署应针对近三年出国计划之成果提出书面报告，并准结预算使用。第八十六案，请环保署积极查查工厂非法排放废污水，针对重复污染区域提出鼓励直升萃取法奖励补助方案，以维护农地土壤安全。第八十七案，环保署为督促地方进行高污染浅式农地、工业类厂址等调查查证及公告列管作业等监督作业，于一般行政管理项下相关差旅费预算属不同项目对象，环保署应加速督导农地厂址整治，尽速还地于民，并秉持准结原则，审慎开支，避免腐烂。第九十一案，环保署针对海滩底漂垃圾清除与海洋环境教育，虽在106年预算编列及工作推动上已有具体作为，回就长远考量，应将环境教育基金所属计划于107年起将海洋项目纳入107年度环境教育基金补助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及学校计划的主题，并将106年环境教育基金运用涉及海洋环境教育的计划于核定补助后，会整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九十六案，为推动环境教育，环保署应持续强化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课程品质，提供多元化的环境教育服务，并鼓励各级主管机关或学校前往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进行户外教学。第九十七案，请行政环保署于两个月内提供最新之社区大学气候变迁调适教育推广计划结案报告，以及台美环境教育合作与交流出国报告及其相关媒体报道送本委员会，使得于尔后年度继续办理。第115案，台东森林公园原有设置悬浮微粒监测及气象仪器一台，用于长期监测卑南溪河川扬尘状况，然却遭今年七月初之强台尼伯特所毁损，且已达无法修复之程度，原拟请于四个月内就上开地点之监测仪器重新设置，以利台东地区之扬尘防治作业。宣读完毕。好，刚刚在跟委员们报告啊，陈一鸣委员啊，在有的针对第九案跟三十六案都有提一个主决议啊。那刚刚第九案是练过了，三十六案刚刚才送上来，我们也请那个议事人员宣读一下。
第36案，中南部秋冬季节空气污染严重，学童常需调整停止户外课程，请环保署研议有效之清净空气设施，以提供空污严重地区学校，维护学童健康权益。宣读完毕。好，那针对这个我们提案有的改成主决议或是有加主决议的部分，全部宣读完毕。不晓得有没有异议，就是我们行政部门没问题都沟通过了哈。好，那我们就全部通过哈。那我们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总预算啊，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有关劳动部主管，还有这个卫生福利部主管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主管的预算案审查完竣，我们提报院会来处理啊。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吴召集委员玉琴跟陈召集委员莹补充说明。那配合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结果，附属单位预算非营利特种基金的应修正的部分，我们授权议事人员予以记列哈。那我们有关今年106年度的预算都全部审查完竣哈。那我们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好，我们第一名呢，哎，全部审完了。以前过年个摸新闻。我知，我知，我知，嘿呀、啊！